我看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好的，我们开始吗？还是要准准八点？可以了，开始了。开始了哈，可以可以。等一下哈。好的，大家好，我是 Angie， 来自新加坡。我本身是原本是槟城人，所以我对新马两地都很熟悉哦。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是工程师，在新加坡20年担任都是高级工程师，在半导体行业啊，所以对高科技的东西都比较敏感，很感兴趣的哈。那首先呢，我们很开心，我很高兴今天收到梁总的邀请来担任今天的主持人，非常的荣幸，很开心。那首先我们要感谢严董、李董、周总、陈总、玄明院长、王超老师，就是公司方面的工作人员，还有马来西亚股东全哥和全体公司高层的工作人员，所以非常感谢所有的团队的支持和信任，我们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成绩，在这个太赫兹水仪的销售量方面。好，那今天也是非常的很荣幸，我们有邀请到两位主讲人，都是大咖哈，都是大咖。那第一位呢，就是 Jordan， 他就会分享这个产品方面。好 ，Jordan 本身也，我也是在太赫兹这个公司过后才认识他的，听了他几次的Zoom 的演讲过后，发现哇，真的很有学问的一个人哈。那 Joe Tang 他来自沙巴的马六甲人，在1985年的时候呢，他是第一次加入直销行业作为业余工作，就是 A 公司哈。那误打误撞他小有业绩而获得最佳个人推荐奖一份，还有个人销售奖一份，所以他开始爱上了这个直销行业。所以在上班受薪的感觉总是不理想哦，所以曾经当过两家直销公司市场顾问，有了一点积蓄过后呢，他就应用了直销的理念，成立了那个足部按摩指压学院，还有宠物世界出入口公司。那因为这是一个传统生意嘛，那难免会受到一些种种的压力和不自由的结果后呢，他就决定说这个以相当的价位放弃了这两家公司，所以卖掉了这两家公司过后，他就重操旧业来从事这个太赫兹水仪相信呢Jordan 大哥也是看到了这个太赫兹水仪的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它的魅力、它的前景，还有这个集团太赫兹集团它的理念和愿景哈。那我们先邀请以掌声热第二位讲师哈，好不好？好，那我们先请 Rode 大哥。好，大家好，谢谢 Angie 帮我介绍上来。那么在这边呢也向公司所有的董事包括所有董事和包括公司的所有的职员员工包括马来西亚的老板全哥和公司的员工在这边向大家致敬也谢谢大家一直来的一些配合和支持，那么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呢顺利的和简易的去把事业做好。好，那么今晚呢刚才 Angie 已经把我介绍了哈，那么这样我也不再自我介绍了哈。好，那么在这边呢也向在场的在线上的每一位呢问好，那么因为现在新年到了，先恭祝大家新年快乐，那么身体健康最重要哈。好，那么呢今晚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有关这个太赫兹这个水仪到底太赫兹水仪是一个什么东西好，那么可是呢
相信在线上的很多朋友，有一些是新朋友，有一些是老朋友。好，我应该都有听到很多，在外面也可能听到很多很多讲到有关我们这个水啊，怎么样帮到很多人恢复了健康啊，找回了健康啊。那么也有很多人因为这个水，那么身材也苗条起来了啊。那么尤其最这个值得的，就是因为新年到了，大家皮肤也美起来了，也漂亮了，美白了啊。所以呢，各位今年的新年呢，大家呢都可以以一个光鲜的一个面孔啊，那么来庆祝啊健康的身体，来庆祝这个新年了哈。好，那么相信大家也听到很多有关我们这个太和之水仪制造出来的水，那么很多人应用了这个水，喝了这个水之后呢，那么呢，感觉到它，好像有很多东西它都可以做得到，帮得到。那么有很多人也说，是不是真的这样厉害啊？是不是真的这样神奇呢？坦白说，它这个不是神奇啊。那么我们今天在这边呢，也不是在推广一个产品，不是在卖产品啊。那么我们主要的是在什么？在推广一个科技，而这个科技呢是非常非常新的一个科技，而且呢是非常强大的一个科技啊。所以呢，这边今天呢，很多人就听了说，有这么多人喝了这个水，或者用了这个水啊，又这样好，又那样好，到底为什么它这样好，对不对啊？所以呢，待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能够帮到我们的人体。好，那么当然，在这边呢，开始之前，我也希望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到底这个水仪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好，就在我这边。那么呢，它就是一个壶，下面呢是一个壶身啊，那么上面呢就是那个水仪了哈。那么这个壶身呢本身呢，它的水呢可以放到这个地方，有一个红线这边呢，那么可以放到这个地方呢，放上去它的水呢是 3.5 个公升的哈， 3.5 个 liter， OK。那你要做少也可以，要做多也可以，要做到刚刚到这边也可以，最多了哈，要再多，再多的话呢，你的水仪呢分分钟弄到水，碰到水的触到水的时候呢，它可能呢就会出故障了哈，会有问题了哈。好，那么呢这个水仪呢它是怎么样用的呢？那么它是这样子的，然后水仪的下面呢，大家可以看看哈，下面呢旁边那些洞都是螺丝洞来的哈，这些都是螺丝洞哈。好，只有中间这些洞啊，中间这些洞呢，就是我们的太赫兹光波是从这个地方照射出来的。当然讲到照射出来呢，它是看不到的，它的光波讲是有光，可是你是看不到的哈，我们肉眼看不到的。OK， 好，那么它的面上呢是这样子的。那么呢，我这个呢是比较旧款一点的，上面呢是好像这个 chrome 的哈，白杠这样子哈。好，那么现在新的呢，全部都是红的，对不起，全部都是白色的，都是白色的。不过各位，现在已经来到新年期间呢，我们公司呢也特别这个怎么说，出了一些限量版啊，也公司也做了一些限量版出来。那么因为今年是2021年，所以公司呢出了2021号啊这个太赫兹水仪啊。那么那个水仪新的呢，因为我这边就没有在这边还没有拿出来啊。那么那上面呢有印到一条鱼，一条鲤鱼，红色的鲤鱼，红色的鲤鱼。那么呢这个鲤鱼呢是说如鱼得水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年的时候呢就要有鱼嘛哈，年年有鱼啊。所以呢是新的限量版啊，非常热门的哈啊，真的是抢购。所以呢大家等下听完之后，如果觉得你们想要的话，就快快哈，快快买，因为这么限量嘛哈，不多。那限量版呢我都有收存啊，我都有收藏两个啊。那么人家问我为什么两个啊，爽不是买两个了哈，好不好？好，那么呢这个水仪怎么样用呢？它很简单的哈。好，它是完全是用什么呢？用 power bank， 我们用 power bank 就可以了。你要插墙壁的电可以吗？也可以插墙壁的电，我用 power bank 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方便，我用 power bank 我去到哪里都可以啊，都可以去带去，就说我不一定要带那个壶，我不一定要带那个壶，我只要带这个仪啊，这个水仪器就可以了。然后呢，我只要把这一头的这个电线插到 power bank 之后呢，然后呢就把另一头的这个线啊，另一头的线把它放上去，它这边是有磁铁的，放上去之后呢，你看它就上下都有灯，对不对啊？
上下都有灯，中间那一个灯呢，就是它的什么啊？它的 switch 来的开关。那么你只要轻轻触摸之后，上面呢就会闪烁了，上面的灯就会闪烁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水仪在做工了哈。那么呢，当你放在那壶上的时候呢，它这样子轻轻碰一下的时候呢，它就做工。那么做工之后呢，那么呢你就等它大概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呢，它就会自己滴滴滴三声停了。就已经那个水已经处理好了，就可以喝了。OK， 好。那么在开始讲整个课程之前呢、啊，那么有很多人就会问我，啊，在市场上到今天都有很多人一直在问，啊，要用这个水可以吗？那个水可以吗？什么水可以吗？什么水可以吗？各位，只要是经过过滤、经过处理的水，滤清洁之后，里面没有杂物啦。没有那些化学成分啊 ，chlorine 没有了，你认为喝下去是安全的那一些水都可以啊，不管你家里用什么水机啊，什么水机过滤出来的水都是好水，都是可以喝的水，对不对啊？只要它出来做报告说是清洁的，没问题的，没有 chlorine 的，没有化学物质的，没有重金属的，都可以。所以在市场上有很多很多牌子的水机呢，都一样。可以用的，所以你们不必把它丢掉，也不必说这个可以不可以，那可不可以，都是可以的啊。只有一样水就不是非常非常鼓励用的，当然也可以，短时间可以，长时间呢就不太理想的，就是那个回流水或者蒸馏水啊，因为里面是完全没有矿物质的，那么我们的身体呢？需要矿物质帮我们怎么样啊？电解嘛，对不对？要电解就需要矿物质，身体需要很多的矿物质哈。所以呢，如果尽可能啊，就用那些过滤水是有矿物质的哈。那么那个回流水或者那些那个蒸馏水呢，那些呢是暂时啊还可以，不过长期呢就不太理想啊。不是说不可以啊，还是可以，不太理想，好不好？好，那么。这个水呢，做出来的水呢，我们要喝之前可以不可以再煮着它呢？煮开它呢？可以，我们的太和之水呢，做出来之后呢，你可以煮开的哈。然后煮开之后拿来泡咖啡、泡茶都可以。那么你要拿去煮饭，这个水拿去煮饭也可以啊，要煮汤也可以，它的功效还是有在的，还有存在的哈，不会因为煮一煮就没有了哈，好不好？好。那么我们要放在什么容器啊？有很多人就会问要放在什么容器，这个可以吗？那个可以吗？有很多人说，哎呀，我听说白缸不可以呀、这个不可以啊，那个不可以。各位，你造的时候呢，就不用铁，不用缸的啊。可是呢，造好的水呢，你可以放在白缸里面都无所谓，只要你是纯的白缸，好的白缸都没问题了哈。那么可是铁的就不要。原因是因为铁质呢很容易受腐蚀，就是很容易生锈嘛。它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生锈的地方，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的。看不到的话呢，那么呢，你这个水因为经过我们的这个照射之后呢，处理过的水之后呢，它的水分子非常小，它很容易进到什么啊那个生锈的地方去，把生锈的东西、肮脏东西里面挖出来。啊，所以呢，我们就不太鼓励。那么你可以用玻璃的啊，你可以用陶瓷的，你可以用那些塑胶好一点的塑胶的都可以，都没问题哈。那么还有就是，当你在用这个水之后，很多人就问，那么我们的家里的那个叫做什么啊？热水壶啊，热水壶啊，可以吗？都可以。我如果你要最安心的话，你买以前那种旧款的啊，我记得以前那种旧款的，红红的或者蓝蓝的，然后呢有一个手柄，然后上面有一个铁盖，然后里面有一个塞进去的，哎、啊，那里面都是玻璃芯的啊，那一种就最好了啊，好不好啊？那些我们复古一点啊，就会安心了。如果装这个热水的话啊，那么一般上呢都没有大问题了哈、啊。那么好的白缸都可以用。啊，所以有的人问我煮的时候可以不可以用白缸啊？可以啊，也可以哈，都没问题哈。只是在处理水、造水用开合之水一造水的时候呢，就不要用铁的，就不要用缸的了，好不好？好，那么我们进入今晚的这个主题了。好，那么呢，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太和之
啊，好，那么太赫兹呢？就是，怎么不见了我的那一个图片？好，那么呢，这个图片呢，大家可以看到最上面那边写说太赫兹光波。那它光波意思是说，因为其实太赫兹本身呢，就是来自于太阳光啊，太阳光里面的一个那个光线。那么光线本身也是一个光波啊，就是波就是会波动的波哈、啊，会动的哈。好，那就比如说我们在这张图的最右边，我们可以看到最右边哈，啊，最右边这边有写出 X 光嘛，对不对哈？那么 X 光呢，意思是什么？我们也是从太阳来的嘛，对不对？那么太阳来呢，里面原来太阳的光波里面呢，就有一些 X 光存在的。那么 X 光存在的话呢，那么我们很多人也知道什么是 X 光，我们也用过了。可是当初呢，就因为医生说用，要照 X 光就照 X 光，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X 光是什么东西，是怎么来的啊，什么都没有，只是知道 X 光照了，可以看到我们的内脏，可以看到我们的骨头，可以看到我们的啊身体里面的一切东西，对不对啊？啊，那么可是我跑到太阳的底下去照的时候哈、啊，怎么又看不到我的内脏呢？啊，所以看不到我的骨头呢？啊，其实呢，这些在太阳直接照是不可以，是科学家要伤脑筋。怎么样去把这个 X 光，然后呢，把它设计到怎么样放到一个仪器里面，然后你在那边照的时候呢，才可以看得到的，对不对？啊，就好像我们的这个第二个这边写出 UV 啊 ，UV 这个呢，在这条线里面的 UV， 那么 UV 本身就是紫外线嘛，哈，那么紫外线呢是来做什么的？我们的长辈以前呢，他们都知道每一个星期天呢、啊，没有做工啊，休息天呢、啊，都会把家里很多的东西，枕头啊、床垫啊、被单啊，都拿到外面去晒太阳，有没有啊？那么晒太阳目的是什么？晒太阳的目的就是杀菌嘛，哈、啊。所以呢，这个太阳的紫外线是可以杀菌的啊。可是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不可以晒太久，晒太久是呢，你可能皮肤也会受伤害。啊，所以太热的时候，太阳太热的时候，中午十二点晒太多呢，对我们皮肤也不好。所以呢，科学家又要伤脑筋了啊。那么一直研究怎么样用这个紫外线来杀菌，尤其用在水方面。那么杀菌之后呢，使到我们的人呢也不会受到伤害的啊。所以他们就要伤脑筋了，对不对啊？那么你可以看到有七彩光哈、啊，那么有七彩就 UV 的旁边哈、啊，就有那几个也不同颜色，有黄也有青啊，绿色啦、蓝色啦、紫色啦之类哈、啊，那个叫七彩光。那么七彩光呢，是所有的光波里面啊，太阳的光波里面呢，唯一我们眼睛看得到的、肉眼看得到的，就是七彩光了。啊，如果没有七彩光，我们的社会就是黑暗的啊，黑白的，没有颜色了，没有多姿多彩了，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是太阳里面来的光波。OK， 好，那么再过来就红外线了嘛，哈。那红外线呢？那么这个是可以做很多很多对健康方面有好处的。那么我们医院里面都有用的，就是用一些灯，红色的灯，然后你身体哪里不舒服，哪里时常会酸痛，那么他就用这个灯帮你照。照了给你舒服，没有这么痛了哈，所以红外线呢，对我们身体呢，它就是有帮助的。啊，红外线这些也是要经过科学家来研究之后，才能够变成这个灯出来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它的确对人体有好处的，所以呢，医院才会用它。然后我们跳一个太赫兹暂时不讲，先讲微波了。那么微波我知道呢，在我做小孩子的时候呢是没有看过的啊，这是大概在30多年前才开始有微波炉的。那么微波其实早就已经在太阳光里面都有了，可是呢，后来才被这个科学家发现到，原来这个微波是可以煮东西的，所以呢，他们就研究之后呢，一直想尽办法，然后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面，然后你的东西食物放进去就能够煮熟了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微波炉了啊，微波了。那么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有无线电波嘛，对不对？其实很多种啊，我这边只是稍微举了几个我们比较常见的比较懂的哈。好，那么无线电波是什么呢？那就比如说我们的电视机啊，就是靠无线电波啦，我们的这个radio 啦、啊、收音机啦，也是靠无线电波啊。啊，那么我们现在的手机啊，很奇怪，没有一条线，没有一条线接到美国吗？你可以打电话到美国。啊，没有一条线从这边接到这个台湾，你可以打电话到台湾，对不对啊？台湾又可以打到其他地方，所以呢，这些都是靠太阳的光波里面的无线电波呢，然后呢来演发出来的，这些也是要上
这个科学家的脑筋，对不对？所以呢，种种我们的社会上看到的一些完全靠光波来发动的一些东西呢，都是要经过科学家伤脑筋研究出来的，对不对？好，那么我们讲一讲太赫兹光波了。那么太赫兹光波呢，后来呢也被科学家发现到了，原来它一个太赫兹光波可以替代的无线电波啦，可以替代了红外线啦，可以替代了这个紫外线啦，也可以替代 X 光，而且还超出了很多方向，很多项目呢它都可以做到。所以科学家就觉得，哎，原来这个是更加好更加妙的一个东西。啊，那么呢太赫兹光波呢，那么今天呢已经被科学家研发出来之后呢，就应用在水的那一方面。那么在讲出应用水之前，那其实呢他也研究了很多其他的方面的，就比如说照脸摄像的啊，就是说我们去买东西啊，以前看过手机里面中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啊，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呢啊，那脸照一照就付款了嘛，对不对啊？那个就是用太赫兹光波的啊。啊，就比如说现在呢战斗方面呢也有用太赫兹啊，就是说在这些这个对不起哈，有一点干扰这边啊。那就比如说现在呢 X 光也已经开始了啊，开始了会用太赫兹光波的啊，无人驾驶汽车也会用太赫兹光波，其实有很多很多光太赫兹光波都已经开始应用了，包括机场的安检啊，机场的安检都用太赫兹光波。所以今天呢我们谈呢都不谈其他的，就谈这个水衣好了哈，就谈水衣好了。那么水衣本身呢，用太赫兹光波的水衣呢，全世界呢只有一家，那么这一家呢就叫做太赫兹马有限公司，那么它的厂家呢是在中国深圳啊，中国深圳呢我们的厂家的名字呢就叫做深圳新青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OK， 所以呢当这个1980年呢给一些苏联的科学家呢发现到原来太阳光波里面还有一个太赫兹光波，它的用途非常非常广。可是呢，当时的苏联政府呢，就那种科学家都一直在做研究，那研究也没有很大的突破。然后一直到2004年呢，美国的科学家也发现到了。那么他们发现到之后呢，哎，他们知道哇，原来太赫兹光波呢是这么妙的一个东西，所以呢，他们就把太赫兹光波啊说。作为是什么？作为会改变未来世界的十大科技之一了。所以呢，太赫兹光波呢，能够成为改变未来世界的十大科技呢，不只是从美国的科学家口里讲出来，包括在2005年，中国也发现到了，日本也发现到了，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太赫兹光波呢，就说是改变未来世界的十大科技之一。所以这些强国都在做研究了，深入的做研究。那么2005年的中国呢，更把太赫兹这个东西呢，这个技术呢，就列为了国家支柱十大重点的这个战略目标之首啊，之首就是第一样嘛，最重要的一个了哈。所以呢会举全国之力呢深度的去研发了啊。所以呢他们一直做研究，一直做研究在各方面的哈，包括医学方面啊，这医病啊都可以用太赫兹光波的哈啊。那么在战略方面呢啊，种种啊，手机啦，种种的东西哈，通讯啊，种种都用太赫兹光波了，一直在做研究，所以呢举全国之力深度的去研发哈。结果呢那么在中国呢的科学院啊有很多间啊，过千间的科学院，不过呢这个研究专门研究太赫兹的呢，在当年2019年的12月我去到中国的时候呢，那么呢就有机会认识到太赫兹光波的一些科学家啊。那么当时呢从科学家的嘴里哈，我其实是见了两位科学家了哈啊。那么这个科学家的嘴里呢告诉我们呢，他们有六间科学院呢是专门在研究太赫兹这个的东西的，都是完全都是太赫兹的研究哈。那么包括中国的航空啊也有参与啊，中国的那个通讯哈、啊、都有在参与这些研究。那么这六间科学院里面呢，当时呢总共有66位的科学家啊。那么我真的
有幸可以见到两位哈，那么也上了一堂课啊，一堂课。当时呢是由我们公司招待，然后呢我们应该是有40多位吧，如果没有错，那么都有机会见到这两位科学家，然后上课啊。好，那么他们科学家呢一直在研究这东西，用了好多年时间，那么成功研发了之后呢，那么就研发出了这个0.96派赫兹这个水仪出来哈。好，为什么要用0.96呢？因为呢，原来呢，根据科学家的说明呢，我们人体啊，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呢，它本身原有的这个能量呢，就是在0.96派赫兹的啊。所以呢，那么科学家的研究，他不研究50，不研究100，对不对啊？他要研究就要研究到你身体刚刚适合的啊。所以呢，他们就研究了，就研发出来了，成功研发了0.96派赫兹光波的水仪啊。那么这水仪呢？那么就后来就把整份报告呢就交了给深圳新青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呢去负责生产，然后推出到市场来啊。那么太赫兹本身呢，这个字眼呢啊，因为相当的新鲜，很多人可能都还不清楚啊。其实呢，懂得一些电子的人，或者可能懂得一些电脑里面的系列的东西呢，他们都知道，好像我们电脑有讲 gig 啊、gigabyte 啊、有 mega 啦、啊、种种，对不对啊？哈，那么呢？一个太赫兹就英文叫一个 terahertz 呢，它就是10000亿啊，它的数字呢就是10000亿次数来的。那么也就是一个太赫兹，它就是10000亿个赫兹啊，就是一个零后面一个亿后面12个零啊，就是10000亿了。好，那么我们这个太赫兹水仪呢，那么也是全世界唯有的哈，那么它是在0.96太赫兹。也就是说 0.96 就差一点点，还差一点就变亿嘛，对不对？ 0.96 派赫兹就是9600亿个赫兹啊，9600亿赫兹。那么也就是一个9一个6后面10个0了啊，12个数字的。所以呢这个9600亿这个赫兹呢，那么它能够这个能够做到什么东西呢？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呢啊。讲到水，大家都知道我们所喝的水，市场上的水有很多种，对不对啊？有离子水啦，有碱性水啦，有矿泉水啦，有井水啦，雨水，种种种种不同的水，对不对啊？啊，一般的水，我们自来水，我们饮用的自来水，一般的水过来在我们家里经过过滤之后呢，出来的水大部分呢都在形成了一个这个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分子团，一个水分子团就是最左边那个图片嘛哈。那么一个分子团里面呢，它有10多20粒的单一的水分子呢联合在一起，它们抱在一团，变成了一个形成了一个水分子团哈，是在这个左边这个图圆圆大大个的很多粒的，对不对啊？那么就15到20粒就是一个水分子团了。好，那么呢，太赫兹光波呢，当你拿来照这个水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个特点了哈啊！你看我把这个很多很多粒的水分子拿一粒出来，就是中间这个图拿一粒出来呢，那么一粒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上面一粒比较大粒那粒是写出一个 O 在中间，对不对？那个是 oxygen， 然后下面有两粒呢，中文叫做氢啊，氢呢它的有写出 hydrogen 两个 H， 看到吗？两粒浅蓝的都有 H， 就是两个 hydrogen， 所以我们的水英文就叫做什么？叫做H2O， 意思说 H 有两个 ，O 一个就是水了 ，H2O。那么 H2O 呢，刚好那两个 H， 那两个 hydrogen 啊氢，它两个角呢，它跟这个 oxygen 呢就形成了一个104.4度的一个角啊，一个104.4，哎，104.4对，那么那个角，那么这个角呢，那么呢就更正巧呢，能够把整个水分子很多个水分子呢就抱成一个团的，好。科学家一直研究之后呢，发现到原来我们用太赫兹光波把它照射这个水的时候呢，那每一个水分子每一个 H2O 呢，它就能够把下面那两个角从104度呢把它扒开啊，哇，把它扒开，就是扒开多少呢？扒开3到5度啊，3到5度的哈、啊。那么它可以去到10度，可是不需要，我们只要3到5度之后呢，它两个角一放开的时候呢，就好像那个人啊。10多20个人抱成一团的时候呢，当你两个手被避开的时候，两个手被避开的时候呢，避开3到5度就够了，然后呢，是不是就分散了那一个团啊？那团分散之后呢，原来水呢就有一个天性啊，那么
它呢就会连成一个珠链这样子哈，一个连一个字链型啊，就一粒连出去一排过去的。那么一排过去呢，那么这边呢也看得到，原来呢一粒水分子呢，它的体型啊，它体型的阔度呢啊，它的宽度只有2个 nm 以下，2个纳米以下啊。那么呢，再讲呢，你可以看到每一粒水分子呢，因为经过这个太赫兹照射之后呢，它里面呢就能够怎么样注入了0.96太赫兹的能量在每一粒水里面，每一粒水分子单一粒都有啊，所以你这边看过去有8粒，就是8粒每一粒都有0.96的太赫兹的能量。当然这个8粒只是一个图片哈，那么它不一定的，它有的很多粒，有的比较少粒，就是总之是一串哈，也未必是直线，它可能会有弯弯曲曲，总之是一粒连一粒，一粒连一粒，所以就被叫做自链型的水分子了。好，那么自链型的水分子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帮助呢？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水，你看到下面这个水，水里面有什么？水里面就是有矿物质嘛，对不对？所以矿物质呢本身就是微量元素嘛，对不对哈？好，水里面有矿物质，然后水里面也带有大量的氧气啊 ，H2O 嘛，每一个水分子它有一个 O， 所以就有氧气，大量的氧气。那么水里面也有营养啊，对不起，水是本身没有什么营养价值的。不过呢，我们所吃下去的啊，所有食物呢，消化之后变成营养的时候呢，它要分化，要送到身体每一个，运输到身体每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它是靠什么来运输啊？就是靠血嘛，对不对？然后血是什么做的？血也是水做的，所以我就说水里面呢有营养，这些营养都是我们吃下去的营养，就是有血有水带住它走的啊。好，再加上呢，这个水呢经过照射之后呢，刚才我有讲过，它有 0.96 太赫兹的能量，每一粒都有 0.96 太赫兹的能量。好，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人体的细胞。各位，我们呢，如果 baby 刚刚出世的时候，你看到它很漂亮，哇，皮肤很嫩的，对不对啊？啊，哦，没有一点皱纹的，什么原因？因为它每一粒健康的细胞呢都是圆的，所以每一个细胞圆的话，你整个呢，它就形成了一个人的身体呢，就没有什么皱纹了嘛，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左边这个图呢，你就可以看到健康细胞呢，它都是圆的。然后呢，细胞呢，它有电位，所以它有正负电的哈。那么呢，它也有一个细胞嘴，这个是在细胞膜那边呢，它有一个水的通道啊，水的通道，所以我们当它是一个嘴巴，好不好？啊，所有的水呢，它是一个分子团，大大团，来到这个细胞的嘴巴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细胞呢，它有能量，所以呢，这个水分子团虽然是大，它一样能够吸进去的啊，能够吸收进去，所以呢，健康的细胞。当然是没问题啦，它可以吸收到水，它也就能够得到了矿物质啊，得到了氧气啊，得到了营养，对不对啊？那么它本身还有能量嘛，对不对哈？好，可是呢，各位，我们人体会不会老化的啊？我们人体细胞会不会慢慢老化？会不会病变啊？会生病，对不对啊？啊，也会受伤，对不对？所以呢，当 baby 皮肤很嫩化的时候呢，很嫩滑的时候呢。可是当你看他年纪越来越大，就开始有了皱纹了，对不对？那皮肤也开始粗糙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细胞开始老化了。开始老化之后呢，那么呢，新陈代谢呢不好，做不到的话呢，它老化的就更快，对不对啊？新陈代谢好的，那么它老化的就慢，因为新的出来就会把老化的推走嘛，对不对哈？好，那么我们来看右边这个图了。然后右边这个图呢，就显示了这个细胞已经走样了啊，形状变了啊，它什么形都有，柠檬形啊，苹果形啊，芒果形啊，啊，什么形都有，鸡蛋形啊哈。我形状一走，它开始扁的时候呢，然后你说你身体的很多很多很多细胞扁掉之后呢，是不是有皱纹就跑出来了？自然的嘛，所以这个是老化的现象嘛，有皱纹，对不对？好，那么呢，再加上呢，它的电位也会走。电位走的时候呢，它本身就没有能量了。没有能量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水一样，像大团在这边的时候呢，啊，画的比较萌一点的那一个呢，整团呢，那么它来到这边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办法怎么样啊，进去了，因为这个细胞没有能量了，它没有能力，没有能量，不能够把那个水团吸收进去。那么什么水可以进呢？那刚才我们说经过太赫兹照射的水，那么它是不是变成珠链这样一串一串一串的？自链型，对不对啊？那么刚巧我们的细胞的这个细胞嘴巴那个
这个叫做它的水的通道呢，它是两个 nm 这么大，而我们的水分子每一粒呢，它是比两个 nm 还小，所以呢，是不是它就能够通行无阻啊？啊，所以可以直接啊，整串整串就能够跑到细胞里面。一旦能够进到细胞里面，细胞就能够得到什么啊？就等于得到水，有水就有矿物质，就有氧气，就有营养了嘛，对不对？那么有了这些之后呢，细胞能够做工了吗？还不能，因为它没有能量，没有力了。所以我们的每一粒水分子呢，已经注入了 0.96 太赫兹的能量，所以这个能量呢，就能够激活啊，激活这个细胞啊，让这个细胞呢来做什么？做工呢？就把矿物质、氧气和营养拿来作为它的这个维修自己的啊，修复自己的一个材料。然后呢，因为有了能量，所以呢，它就可以用这些矿物质、氧气和营养来怎么样做修复自己的工作啊？所以呢，它做自己修复的工作呢，也就是说，第一，我们的细胞很多已经病变了，已经老化了，那么呢，它开始可以得到水，就可以得到它要的材料，它就能够修复好自己，对不对啊？那么能够修复好自己呢，那么修复好的细胞慢慢慢慢就强化起来了，慢慢也圆回来了，自己也有能量了，那么呢，它就能够做好第二个工作，就是新陈代谢了，对不对啊？啊，所以我们的大部分不健康的细胞变成健康了，能够修复自己健康之后，然后能够新陈代谢做好。那么各位，新陈代谢一做好呢，各位，你的皱纹就减少了，你的黑斑就减少了，你的白发又减少了啊，你的种种身体里面看不到的地方，它只要能够新陈代谢好之后呢，所有的器官呢就开始能够做好自己的工作，再加上0.96太赫兹的能量呢，激发每一个细胞，也使到我们身体从脑的电波，它得刺激我们的电波，强化我们的电波，从脑跟着我们的神经系统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的这个电波呢，它已经激发起来之后呢，它的通信就很好了。那么呢，也就是说大脑就能够控制完身体所有的每一个地方，要他们做工了。所以呢，当我们每一个器官又得到足够的水，得到足够的养分，得到足够的营养，得到足够的矿物质之后呢，它就能够做好自己的工作。所以各位，我们身体的修复自己过工程已经好了，新陈代谢已经好了，所以呢，你的身体是不是自然就好了，就健康起来了？所以各位在这边要搞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太赫兹好水呢，它是不医病的，水本身不医病的啊，是你自己的细胞啊，因为细胞以前不会医好自己，是因为它得不到它要的东西，今天你的细胞可以自我修复而大致健康，就因为我们已经把水太赫兹光波已经把水的性质改变之后呢，变成一个自恋型，它能够进到每一个细胞，让每一个细胞得到它要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这个太赫兹水是属于什么，是一个好的一个载体，一个好的媒介，一个好的载体，它把我们所有需要的东西输送到细胞里面去啊，所以呢，然后我们细胞就能够自行修复啊，重复讲清楚，是细胞自行修复，自己修复自己，然后呢，恢复了新陈代谢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的太赫兹好水只是一个载体，所以各位，我们身体就因为这样呢，就自然自己恢复回来了，健康了。那么健康之后，是不是我们人就很多东西就，哎，感觉到哎，好像以前不如的东西现在就哎很好了，对不对啊？就好像我本身就是这样啊，身体就很多地方不好嘛，就因为喝了太赫兹好水，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今天的我拐杖也不用了啊，那么血糖也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了，那么血压也控制得很非常好，那么也因为身体里面的氧气的增加之后呢，那么呢它燃烧了我很多剩余的一些脂肪啊，那么呢体重也减轻了。再加上这个好水足够的水的分量呢，也把里面的毒素带走了，把我的肠胃里面的宿便带走了，所以呢体重呢也减轻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太赫兹光波所做出来的水，就叫做太赫兹好水呢，在身体可以做到这么多东西呢，其实呢就是一个好的载体啊。好，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呢，原来呢太赫兹光波呢处理三分钟之后的水啊，那么呢水的那个 pH 值呢是在稍微在
微碱性，就是在 7.1 哈。好，那么太赫兹光波呢，处理后三分钟的水呢，它能够杀菌。那么尤其是有一种大肠杆菌啊，这个是连煮100度都煮不死的一个大肠杆菌呢、啊。那么原来呢，经过太赫兹光波处理三分钟之后呢，它能够把这个大肠杆菌呢杀灭89%。啊，89%，那么有人家就问我，这样还有11%呢？那么那11%未必不死，未必是死。不过呢，当你的体内这个杆菌呢，大肠杆菌减少，细菌减少，你自己的抗体啊，我们身体自己的抗体就能够怎么样啊？能够对抗了嘛，对不对哈？好，那么呢，太赫兹健康水一处理三分钟后的这个水呢，那么它可以把这个大的一种叫做红色毛癣菌呢，也能够消灭79%的哈啊，这个红色毛癣菌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很多人有很多皮肤的问题，有没有啊？痒痒啊，用什么药都不会好的、啊，看医生吃药都不好的、啊、哦，原来是有这种菌，我这个菌也不容易被杀灭的哈。那么呢，经过太赫兹光波照射三分钟之后呢，就能够把它减掉79%了哈，所以呢，剩余的就看我们自己的抗体了。OK， 好，那么呢，经过处理三分钟的水呢，还能够降低水的粘稠度啊，粘稠度呢可以降低多少呢？降低680倍。各位，那么重要吗？很重要，因为我们的水，第一，它如果减低了浓稠度的时候，它很容易喝，你喝下去很好喝。很好喝的时候呢，你就会喝多一点。那就好像很多人他不爱喝水，尤其小孩不太爱喝白开水，什么原因？因为水不好喝，不好吞。那结果呢，太赫兹这个水仪照射之后的这个水呢，处理后的水呢，诶，小孩子很喜欢喝，很奇怪，因为呢很顺的，很滑的哈，所以他们就爱喝了哈。所以呢，水呢浓稠度减低680倍，还有什么好处呢？有。除了好喝，小孩喜欢喝之外呢，原来呢，它因为呢浓稠度减低之后呢，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呢，它容易流，它也使到我们的血液呢浓稠度会减低的。那浓稠度减低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减少了什么？减低了中风、心脏病的危机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是它其中一个优点。好，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原来呢，我们的太赫兹水呢，它照射之后呢，是能够抗氧化的啊，那么总抗氧化呢，7%到78%啊，可以抗氧化78%啊，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细胞败坏的机会减少，中癌症的机会也减少了啊。除此之外呢，我也第一次听到这个水太赫兹水呢啊是能够抗辐射的，可以抗辐射，可以抗几多呢？可以抗33.8%啊，所以呢可以。它33.8%是全世界的水里面呢，它的抗辐射是最强的啊。所以各位，那么这边呢，就稍微跟大家介绍了太赫兹光波和太赫兹水翼做出来这个水的优点，是因为它能够把我们的水做得很小，很容易进到细胞里面去啊，让我们的细胞可以得到它要的东西，自我修复，然后呢，新陈代谢之后，而大致我们身体呢，非常非常的健康的。那么有人也会问，那么除了这个之外，那么呢，那么很多人最近就很关心这个叫做什么这个疫情嘛，对不对啊？这个 COVID-19 啊，这个疫情，那么很多人就会问，到底这个水能不能够帮到这一点？那么我大声的跟大家讲，肯定可以帮到，至于帮到几多，没有一个指数。可是呢，各位，我们身体的每一个抗体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淋巴系统。对不对？淋巴系统也是细胞做出来的，所以淋巴系统强和不强也在于什么？它能够不能够修复好自己，而大致新陈代谢的工作，然后呢做好它自己的抗体来抵抗所有的疾病，对不对啊？所以呢，你如果给它足够的水，它就能够修复好自己，新陈代谢做得好，那么你说你的抗体，你的抵抗功能啊，免疫功能会不会好？自然好。那么一旦这免疫功能好的话，不管是什么19还是 COVID-20 啊，不管是什么 COVID， 它来到呢，你的身体能够抵抗的
功能强化的时候呢，就不容易啊犯上这些问题了，对不对啊？哈，所以呢，各位啊，的确是可以帮到啊。当然，我们也要自己在卫生方面要达到一定的一个预防哈、啊，一个工作啊，预防工作要达到啊。好，那么呢，各位，所以胎盒之水呢，的确有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些功能。那么呢，我们今晚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点。是不是真的这么好？有没有人喝了这样好呢？那么我就把这个我的时间转回给我们的梁董，让梁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多好多朋友因为爱喝之水而找回了健康的一些见证啊。梁董，请。哦，还梁董出来之前呢，我还没有介绍梁总的背景哈、哦。啊，梁总 Josh 啊，他是从槟城啊，马来西亚美丽的岛屿槟城岛啊。那他本身呢是在中国发展有11年了，一直从事那个金融投资有15年。那从来都不喜欢做产品，也不懂得做产品哦、啊，也没有做过直销啊。那他也没有做过任何生意，没有开过店，没有开过任何的公司。当他接触到这个 0.96 太赫兹健康水仪时、啊、是他的人生第一家产品公司。那时候呢，他也只是为了、应酬支持他的一个中国朋友、哦、就请了这台水仪回来。那用着用着就很奇怪的，他头发就长了起来。那他觉得当初呢，他就、很有远见 啊，所以他就把这一个产品呢带回来马来西亚，然后分享这款产品给他身边的朋友。那因为是因为可以帮助到很多人哈，所以无意间哈，他改善了很多人们的健康问题。然后万万没有想到哈，这个太赫兹的生意发展到20多个国家，也就是因为凭着自己的感觉心态去送好水、送爱心、送健康、送财富。所以这四句话加上听话照做这三招，大量喝水，大量喷水，大量送水，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哈。所以这个梁总他的成功方程式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我们先以热烈的掌声来欢呼梁总 George 来 George。好、哦，谢谢我们的 NG 啊的介绍啊，那也谢谢我们今晚的主讲嘉宾啊，我们的周大哥 ，OK， 周老师啊，谢谢你们啊。那还没有开始之前的时候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相信刚才我们的 NG 呢已经有提到啊，就是我本身就是不懂做产品的 ，OK， 但是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本身的见证线啊。那这一个呢，就是我本身的见证哦。我本身的话呢，我的头发呢是秃头的 ，OK， 大家看一下我的照片哦 ，OK， 是很秃的那一种。然后呢，有很多的白头发 ，OK。所以的话呢，当时呢我是应酬的话呢自己买来用而已啊，没有想到说要去发展，没有想到去赚钱，这个没有去想到 ，OK。那没有想到我用了一个半月过后，竟然头发真的是长起来了，然后呢一开始变黑了，然后用了3个月过后的话更黑了。所以就看到这个产品的话呢是这么的一回事的时候呢，就很好奇，那就在群里面就多了解。原来看了很多的见证，包括高血压啦、糖尿的啦、血糖的啦，还有一些洗肾的啦，还有一些癌症的，还有种种的这些的症状的话呢，都帮到他们改善，都很好的改善。所以的话呢，我当时呢就想到说，哎呦，这么好的东西，那倒不如跟老板那边呢谈一下的话呢，就把他带到马来西亚那边去发展。OK， 当时发展的时候呢，因为我本身是不懂做的，然后呢找了几个大咖，那几个大咖呢就不睬我，那没有关系了，那我就靠着自己本身，就天天的话呢就送水、送爱心、送健康和送财富。那没有想到呢，用这四句话就天天去送，去送，送了过后呢，没有想到半年过后，我竟然。我这一个事业越来越做越好，然后发展到20几个国家，到现在的话呢已经越来越多国家。反正的话呢也会发现到疫情越来越严重，反而我们这一个产品这一个事业的话呢越来越火啊，越来越多的收入啊，这个呢是很好奇的。
啊，所以的话呢，我就跟很多人讲啊，我这一家公司呢是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啊，造成的。OK， 所以的话呢，我们发现到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呢，都是比较辛苦，因为没有什么见证啊，那产品也没有啊，公司呢也没有成立，也没有注册，什么都没有啊，就靠着我们啊这几个人一开始慢慢建立起来。OK， 那造成了现在有很大的团队啊。那我本身的话呢，是当时讲的时候呢，是没有什么见证，是靠着我一个人的见证，是头发的见证。很多人讲说，哇，头发我都没有，我都有头发啦，你跟我讲头发就没有用，对不对？你给我看了这些见证的话，就来自中国的，就很多人都不敢相信。那说我那是我骗子啊，老千啊，这些东西。那我说没关系啊，反正你不相信，你可以不用买，不用拿钱出来啊，你只要什么用你家里的水，或者是你买矿泉水，然后呢，我帮你照一下，三分钟就可以，你拿去试，试了没有效果，不用谈。啊，我没有骗你，对不对？那试了有效果的话呢，我们出来谈一下，到底这个生意、这个产品要如何的去发展啊？那我们开始慢慢的经营的时候，送水的时候呢，就慢慢的累计啊，去收集了很多马来西亚人的见证、当地人的见证啊。这是马来西亚的啊，关丹的一个大哥，70岁了。你看他的头发呢，也是用了3个月过后，他就长头发了。OK， 那头发的见证有太多了哦。其实呢，我们这个只是帮一部分给大家看一下而已哦，比较简单的。OK， 那白头发呢也变黑头发，这是美国 Vivian 啊，3个半月他的白头发变成黑头发了。OK， 那这是孤零的，这个是美国的，也是一样，白头发变黑头发。好，我们看一下人的头发。从头发开始讲起的话呢，就要讲到脸部了，对不对？很多女人的话呢，就盖。很在意这张脸啊，这张脸的话呢，如果是有雀斑、老人斑的话呢，真的是很痛苦啊，对不对？那花了钱如果能解决就没问题，但是花了钱的话呢，又不能解决它，真的是很痛苦，对不对？那你看一下这个斑的问题 ，OK， 那这个呢是印尼人啊，真的是当地的印尼人啊，用了2个星期过后，它就变得显得更年轻、更美白啊、更漂亮去了啊。这个是我在中国跟他合影的，在2019年的10月份 ，OK， 你看一下他的斑也是一样，变成。越偏越漂亮了，对不对？那这个你看一下，这个它的景象的皱纹也是一样。OK， 为什么会这种的效果？因为呢，当我们的脸上的皮肤一吸收到要喝的水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功能，这个功能的话呢，是我们在从小学读书的时候已经有读到，叫自我修复细胞，它会自我修复，大家不知道认可不认可？对不对？所以当细胞修复的时候呢，它就提高了这些东西，就是会慢慢修复了。OK， 所以的话呢，你脸上的问题的话呢，它都会慢慢慢慢的一一的改善。OK， 所以我们看一下，太多太多，这是脸部的这个见证啊，脸比较黑的，这是泰国的。OK，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重点哦，那这个呢是我本身亲自跟他喷的半边脸哦，在短短的半个小时，35分钟而已哦。你看这个大哥70多岁，是在槟城大三角，你看他的眼袋跟他的鱼尾纹哦，我跟他喷了6次而已，就这样子喷。这样子代表一次，那我当时呢就在半个小时内的话跟他喷了6次的效果。大家看一下在右边的这张图啊，从这里到这里的眼袋完全是修复的很好。OK， 才6次半个小时而已。你想想一下，如果他喷半年呢、一年呢、2年呢，那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OK， 所以的话呢，细胞它就会修复。所以我们很大声的说，我们这一款水。不是所谓的医病，也不是所谓的治病的水，我们这一个水是让你的全身体的细胞能够喝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每次我讲课的时候呢，我跟很多人讲，我说呢，我们喝的水喝很多吗？喝很多，我们每一天喝的家里的水都喝很多，但是是我们喝水而已，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细胞能够喝上，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你会发现到，当细胞没有办法喝上的时候呢，白发会越来越多，皮肤越来越老化，皱纹越来越多，大家认可吗？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呢？用了太和之水过后，它会越来越年轻，皱纹越来越少，反而黑头发开始长起来。这个证明什么？证明你的细胞开始吸收到水，好水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的话呢，目前市场上唯有我们这一款产品。能够达到细胞能够喝上的水啊，这个是很重要的。OK， 好，你看一下啊，太多的见证了啊。那这些我就不介绍。OK， 那这些呢都是脸上的这些槟城的蔡大哥，他的脸上也是有很多的油腻啦、斑啊这些问题，也是用了1-2个月也是改善了。OK， 那这个呢是什么？这个是
这个叫湿疹啊，湿疹。OK， 所以的话呢，这个 baby 用了两天而已。那怎么用呢？很简单，就是煮来泡奶跟冲凉啊，那就可以改善他的这个湿疹的问题了。OK， 新加坡的这个是皮肤的问题，这是印尼的。OK， 那这是牛皮癣啊，给外国的我们不说了，我们先看这个是马来西亚的，这是当地马来西亚人在阿拉萨的，这个是我们的客户。他花了200,000呢，就是200,000的马币，看了医生也一直都没有办法好。但是呢，用了我们的水两天，这是我们 CK 大哥送水给他用两天，两天是免费的，大家记住是免费的，这个很重要哦。OK， 好，所以的话呢，你看两天的效果跟花了200,000的效果，那是完全不一样的。OK， 这个我们是蔡大哥的这个身上的这个见证啊。OK， 那这个是牛皮癣，来自槟城的这个牛皮癣跟这个。富贵手，我们所谓的富贵手用了多久？10天的时间的效果，所以对这些皮肤病的人的话呢，都很好很好的效果。OK， 那这是我们的周大哥的顾客啊，他的这个好像又像富贵手，但是比较严重的那一种啊，两个星期而已哈。OK， 好，那么来看一下这个呢，是我本身跟 CK 大哥从槟城开车到Johor柔佛州的 Skaman 啊，去送水给这一个大姐。那这个大姐因为她患上10年以上的这个牛皮癣，大家看一下她的手啊，都是一搭一搭，像什么像这一个所谓的叫地球地图这样子。OK， 一搭一搭的。那当时呢，我跟她喷两次。刚刚你喷了几次吧？两次。两次而已哈、哦，然后感觉什么感觉啊？还会拉，它的根很紧是吧？很紧张哦。很紧啊、哦。然后呢是、哦，是不是？现在没有这样，不要没有这样发烧了。没有这样烧了啊？哦。我天天很烫的啊，很烫的嘞，是啊，我手哦，两次两次而已哈，我就跟他喷了两次，就有这种的效果了，两次现场喷了两次哈，那这个是我本身跟他合影，当时在 before MCO 3月2号，那你看大家这是他的手 ，OK， 用了57天，他的皮肤的问题就已经改善的很好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知道白癜风也是没有办法能够帮到的，对不对啊？但是呢，用了这个款水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帮到这些所谓的白癜风。为什么？因为细胞能够喝上，它就会慢慢的修复，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一种的话呢，叫脸上的话有凹凸洞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对不对？很多脸上的人都有凹凸洞，对不对？那大家知道凹凸洞的话，几十年都没有办法帮到的，对不对？但是呢，用了这一款水，太和之水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帮得到，最少有 50% 都可以帮到，它会慢慢的修复，证明什么？证明他脸上的这个细胞的话呢，能够吸收，它就会自我修复啊。OK， 那么来看一下这些大姐的话呢，是来自八项植疗的，我是从植疗来的，我有白内障，刚开始有白内障，然后眼睛啊眼球那边感觉到有一层东西黏住啊。很不舒服，然后一下子它黏住了啊，要一直擦眼睛啊，擦好像要拔起来它的东西，很不舒服就对了。然后我这个太和水射哦，射了啊，2天半了，它没有感觉到有东西黏住了。哇，这是啊，是这样的。两天而已啊、哦，他的白内障就有所的改善了。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可以喷眼睛啊、哦。OK， 那你看一下，这个是马六甲的这个阿成大哥。什么名字啊？阿行啊。阿行，对。啊，你有什么问题啊，行？没有，本来我的眼睛两边 啊，黑眼球跟白眼球那边生沫，好像地图这样子啊。OK。过后我喷啊，11天左右，12天我的沫就剥到完了。现在是、啊？现在还有一点点呢、啊，很好了啦。哦，连、你是那，你除了。他喷眼睛，他的眼膜的问题的话呢，11天就改善的很好。OK， 那这是来自印尼人啊，印尼当地印尼人。阿里你当的。OK， 那你看他的矿泉水也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呢是我亲自拍下，我们亲自拍下来的。OK， 他是有什么青光眼的问题。OK， 他用了一个月，他的青光眼真的改善了。什么情况之下你用那个水？啊，这是在吉隆坡我拍下来的。怎么用那个水？好，那这个应该是有点长哈、哦，大家呢可以去我们的 Cherry Game 的 Group 啊，去找一下这些所谓的眼睛的见证。你想要找什么样的见证都有啊。现在我们见证太多太多太多了。OK， 所以的话呢，我们跟很多人讲哦，我们的特别在哪里？我们特别是可以喷眼睛，可以改善眼睛的问题啊，眼睛红、眼睛痒、眼睛干涩啊，也天天滴眼药水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呢，真的是湿湿水了。OK， 那。
包括这些眼膜啊、飞蚊症啊、白内障啊或者青光眼的话呢，都有所改善哦。这是很多顾客反映给我们知道的。所以原来这一款水的话呢，因为它够什么直链型，让细胞能够吸收，因为我们的眼睛的细胞的话呢，更什么更敏感，所以的话呢，不是普通的水，我们是不敢喷眼睛，因为等一下万一细菌感染，那就麻烦了，对不对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被烧伤的感，这是的见证哈，用了第九天就改善的很好。OK， 那还有就是水烫到啦、油烫到啦，所以的话呢，如果你们在家就做饭的人的话呢，水烫到、油烫到、锅烫到、火烧到的话，一定要记住哈，可以试一下用太儿子水泡正。喷 ，OK， 很快改善你这些的效果的这些的伤口 ，OK 啊，万一不小心切菜切肉切到你的手指，有时候流血不止啊 ，OK 啊，快点震跟喷呢，你的手的话呢，很快止血止痛，但是如果严重还是要去看医生啊 ，OK，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冰城，真的是被油锅烫伤啊，用了九天而已哈、啊，它都很明显的改善了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还有没有喝水？喝水可以吗？可以瘦身啊，这个是很多女人都会喜欢。我喝这个水是一个月多一点点，多几天，喝了瘦了很多。我本来是63，现在57。瘦了6公斤，瘦了6公斤了，哇，瘦了！我这个衣服哈。瘦了6kg 啊，这个是 John 啊，John 的话呢，他也是瘦了很多哈。明天早上他会跟我们分享啊，他本身的见证还有其他的见证。OK， 好，那这个是我们的印尼巴丹 Alice 大姐 ，OK， 她也是瘦了，也年轻的，也漂亮去了，也健康了很多了哦。OK， 那这是来自中国的啊，这个是好像两个人，但是同样一个人而已哈，一个像爸爸，一个像儿子哈。OK， 年轻了很多，所以我可以问说在线的朋友们啊，你们想不想年轻？想年轻就喝水，太喝这水喝多一点，跟什么？跟像我这样子喷脸喷多一点，那你就会感觉到你会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OK， 所以为什么会越年轻？因为我们的细胞修复了。它就自然会什么新陈代谢就会越来越年轻了。OK， 那这是黄疸的问题啊 ，baby。所以的话呢，泡奶给他冲凉都可以帮到他这些改善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些乳腺癌，这是来自中国的啊，也是我本身啊有到中国深圳的时候呢，有跟他合影哈。OK， 那这位呢就是我的介绍人，他介绍给我，当时我是应酬的心态啊，应酬他买一台而已啊，没有想要做的，但是。没有想到我慢慢送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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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到现在呢，真的是很热爱的这个事业。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款水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帮到很多很多人。我相信这个呢是也不是我们在线的家人们，你们很想做这个动作是什么？不需要对方付出一分钱的话呢，我们可以帮助这些人，因为有很多人他们身体有很多的症状，但是呢他们已经穷了，已经花光他们的储蓄了。所以的话呢，今天我们有机会可以帮助这些人，我们也不需要任何的一些费用啊，这个是很重要的。OK， 他中了乳腺癌第4期啊，用了8个月过后效果很好。那这个 video 呢，是我本身在中国拍下来的 video 啊，这个是我的上线哦。啊，昨天采访，今天又采访哈，因为今天梁总过来了，他从马来西亚那边过来的，那么我们好好跟梁总分享一下，就是因为你的疾病，我们有经常有听说过，去年哈，你是乳腺癌中晚期，对不对？3期C， 后来2015年是3期C， 2017年的时候就是4期了，第4期，那第4期的话，医生有没有说过说大概？那是我的声音，我拍的 video 啊。但是呢，要给大家知道一下，我们这一款水不是医病，也不是治你的病，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为什么他的癌症他会慢慢的好起来？是因为他本身的这个细胞的话呢，他喝了水的话呢，他自我修复，提高他自己的免疫力、新陈代谢、血液循环，是他自己的身体的这些免疫系统啊。依他自己本身的，不是这一款水，所以大家不要误会，这个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不管无论你任何的一些毛病、一些症状都要喝水，是让你自己的免疫系统好起来、提高起来，这个是很重要。包括一些手脚腐烂的，所以身边有这些朋友的话呢，手脚要腐烂的话呢，万一要去锯脚的话呢，真的快点送水给他们用。真的如果有意外发生来讲的话呢，真的好了，请问他不用去的，请问你开不开心？
我相信大家都很开心。所以昨天呢，我有听到一个朋友分享，他说呢，有一句，有一个人跟他分，跟他讲说呢，一句话叫很感谢你，大姐，很感谢你。所以的话呢，每一个人听到这句话的话呢，都是很开心的，没有比赚钱还开心啊，大家认可吗 ？OK。啊，这个呢是我们跟 CK 啊大哥呢一起去种爱心的，也像在巴丹咖喱 ，OK？ 你看他的脚的话呢腐烂到很严重，所以我们送水给他用了多久？五天的时间。我们刚到阿姨的家这里啊，嗯，脚好很多了，今天。啊，比年来我们比年来一点。冰冰来了哈，五天啊，这个是三个星期的效果啊，三个星期的效果啊，所以呢，这个安迪他也是家里比较穷，所以的话呢，我们就送水给他 ，OK， 所以可以送到，为什么可以送到？因为呢，我们的 device 很方便携带，只要对方家里有水，有 filter 的水，我们就可以送给他了。所以呢，这个是大家都好啊，双方都好了啊，所以这是来自槟城的也是一样，脚也是酸的很严重啊，用了多久？用了大概是两个星期的左右 ，OK。啊，一个月也有 ，OK。那这个呢是隐翅虫啊，隐翅虫它的毒也很毒的，所以大家要小心啊。如果真的是碰到的话呢，快点喷啊，在你的皮肤上 ，OK。那这是血糖高的问题，这是来自 Johor 的 JB 的， 12.9 两个星期后降到 7.4 哈，这个是美女 ，OK。那这个是怡宝的，也是我本身拍下来的，它本身有什么20年的糖尿 ，OK， 23到25从来不会下降。一天要吃12粒的药，高血压220。那这个 video 呢，是我在怡宝拍下来的 video。20 years, no proton, I have a diabetic. 1 hour, I have 4 times. 哇。这是我在翻译一点哦。OK， 那这是糖尿的也是一样哈，马六甲的黄讲爸大哥啊，那我本身的话呢也是有跟他合影，25.8 三个星期 5.3 四个星期降到 4.2 OK， 那这是我在马六甲拍下来的 video， 我喝了马上见效，三个星期从 25.8 掉到现在的 5.3 到 4.2 OK， 那这是刚才我们的周大哥他的见证哈， 11.3 降到 6.8OK， 那这是马六甲的 24.6 一个月过后降到 9.4 然后他的脚呢是黑的，你看像印度人的脚 OK， 但是用了一个月过后的话呢，他们给他泡脚给他喝水，然后一个月过后正常，不需要去锯脚了、哦、OK， 明天我们的 John Ching 都会跟他们分享，但是是来自阿拉斯加的见证、哦、他的眼睛也是睁不开，你看一下用了12天眼睛开始睁开，因为他有糖尿19降到 5.8OK，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脚。OK， 这个脚呢，我们称为叫死脚，为什么没有积血的脚啊？但是你看一下他的脚趾呢，已经切掉两只了，已经切掉两只了。OK， 所以用了12天过后的话呢，你看一下他的脚已经开始不一样了。OK， 那这是我在去年的新年之前有去拜访他在奥拉萨拍下来的。那我们在阿姨家送水、送爱心、送健康，这样。阿姨的脚虽然好很多了，好很多了啊！现在这个阿姨的话呢很好 ，OK。那这个是我们槟城的一个伙伴的妈妈啊，有高血压的问题啊，喝了一个月过后正常了啊，现在也越来越年轻，越来越皮肤越来越白了。OK， 那这是我们沙拉的 ，OK 啊，姓廖啊，180多，然后你两个星期后的话呢，降到100正常了 ，OK， 130多。那这个呢是昨天萧老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微信上有听到的这个萧老师的课呢？啊，这个就是萧老师的这个见证。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呢，我除了喝，除了喷，那我最重要的就是我的爸爸。我的爸爸的肾脏有一点弱，所以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怕他患上了这个肾病。我最怕的就是洗肾，哦。所以我爸爸也是很乖乖的，就是天天的喝，乖乖的就这么听的喝。一个月后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在这个医院的检测中，医生很惊讶的问他，你到底做了什么，怎么你的肾脏会变得跟 orang muda 的一样。哇哦，那个时候我爸爸听了，喝了一个月过后，他的爸爸的肾他变成 orang muda 去了。
OK， 那这个呢是比洗肾还严重的叫尿毒症。OK， 那也是我们的黄老师 OK 有跟他在中国合影的时候还合影啊。OK， 你们看一下，这个呢是他拍下来的，这个就是我的上线啊。很高兴还有 OK， 所以这个尿毒症的话呢，现在已经开始丢得很好。然后呢，他本身的话呢，也可以什么分享啊，讲制度啦，讲分享啊，这一课都可以的。OK， 所以呢，这个是来自阿拉斯加的，也是一样洗肾的。OK， 那他的 creatinine 呢是807，喝了一个月过后变成747，都有好转了。OK， 所以开始现在可以小便，水呢也喝的比较多的。啊，这个是我去等阿怒哈去拜访他的这个大哥。OK， 这个严颂让大哥。好，今天晚上我们在丁家奴啊，今天晚上啊，7月20号啊，那大哥什么名啊？严颂让，严就是七月。好，我去拜访他，他也是洗肾了3年哈，他现在可以喝我们的水是 1.5L 的水，那这是我们的金杰的顾客 ，OK， 台湾的 ，OK， 那其他的一些症状，我们的甲状腺呐、啊，还有包括尿酸啊、痛风啊，喝了2天有很好的改善，那这个呢是水肿的问题啊、哦，那也给大家看一下，1、2、3。我老公饮咗2日嘅水，又喷2日嘅水喺个脚嗰度咧，而家水肿全部都消晒。消肿啊！这个来自美国的这个。好，来，今天我到我朋友家，介绍个帅哥。靓仔，叫咩名啊？靓仔，这些呢，你们都可以到我们的 Telegram 去看一下啊。这个是来自美国黑人呐、啊，美国的黑人。Hi, Ming. How you feel after drinking this miracle water? 好，那其实现在包括我们家里的宠物啦，狗狗、猫猫啦，也要喝水，对不对？如果它的眼睛有白内障啊，就像这个狗狗，它有白内障的，也是用了好去的。OK， 那包括花花草草啦、鱼类啊，都要喝水。要用到水的话呢，都尽量去用我们的太和子水去养你的花、养你的草啊，包括一些。马来有族哈也开始在使用我们的这一个了，那这一个马来啊，因为它是、3天才小便一次，喝了一桶，3天一天可以小便3次了，现在。apa perubahan mak? Perubahan dia yang paling nampak jelas sekali nampak dari sangat buang-buang air senang.Mesti dia buang air pagi. Saya dulu buang air tu macam mana? Satu hari pagi. Kadang-kadang 3 hari. 3 hari sekali. 3 hari.目前的话呢，在马来西亚，马来人的见证会比较少一点哦。我相信应该大概是几百个马来人有这台仪器而已啊。那整个马来西亚的华人的话呢，大概应该是也是6000到7000的人，马来西亚的华人才有这台仪器而已。所以市场还是很大，还是很大啊。OK， 所以的话呢，大家看一下哦，记得哦，再次强调哈、哦，我们0.96太子水它不是医疗仪器。啊，不是医疗仪器，所以大家不要误会，而水不是来医你的病，也不是治你的病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所以为什么太儿子水它可以帮助到这些的症状，是因为它帮，因为它吸收的很快，所以它帮我们疏通我们的血管，并把我们身体的体内的垃圾毒素、化学物质都排泄出来啊，所以把这些粘稠的啊血管堵塞的话呢，就会慢慢的清洗啊，去通。所以的话呢，我们人体为什么会今天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血管堵塞，我们的血液粘稠，我们的细胞缺水，这个是一定要记住的，大家 OK 啊。所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公司呢，一直以来的话就是秉承着水不湿的文化，这个是我们公司的理念，也是我们公司的文化，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们经常会看到我们在群里面都会发什么，都会发我们的团队，爱心团队每一次都会讲这四句话，送水、送爱心、送健康和送财富。所以的话呢，当时我也是想的是四句话啊，这四句话呢是我研发出来我讲的。当时呢，我是觉得这四句话是很好玩哦，没有想说要去赚任何的财富的。OK， 那就讲，一直讲，一直讲，天天都一直在讲，一直在讲，重复的在讲。但是没有想到我讲的是四句话的时候呢，半年后真的是意外发生啊，我的收入，我的团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啊！所以呢，我得建议大家家人们啊，所以你们当你们每一次送水给你们的身边的朋友的时候呢，尽量拍照
啊，或者是拍 video 的时候呢，讲这四句话，我只能跟你讲，这个是我亲身体验，这四句话很有能量，很有 power 啊！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如果你跟着我的步伐去做的话呢，我会跟你说，未来你一定会赚到你想要赚的收入。OK，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去孤立去送爱心，好，我们看一下。今天六月九号，我们在孤立嘛，我们在孤立这一个残疾学校哈，我们团队来送水、送爱心、送健康、送财富，你看一下，这么多桶啊，大概七十桶，我们送七十桶。如果按照我们传统的方式来送水，那就麻烦了。为什么？因为要装水啦，要送水过去啦，七十桶我们一定要做驾货车拉力过去啦，对不对？就很麻烦了。但是呢，我们的团队很方便，只要带着这个头啊，这个 device 的头的话呢，拿着 power bank 去到那边，然后那边准备水，这七十桶的水，我们直接在那边 scan 三分钟一桶，那我们大概用了两个多小时，我们就 scan 完了，就结束了。OK， 所以我们呢，我们最重要是方便，最重要呢也是三分钟。OK， 所以呢，最重要什么？这一个桶放上去 5.5L 可不可以？可以，也是有效果。OK， 所以的话呢，我们做到很轻松。OK， 好，那也可以做到爱心，因为我们的水最重要是可以收藏一个月、两个月、一年都没问题。OK， 因为我们是送的，但是如果有这台仪器的人的话呢，最好建议喝新鲜的水会比较好一点。OK。所以我们送了很多很多这些有需要帮助的人，这个是我在槟城送给洗肾的患者。OK。好，那么来看一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产品，它不是过滤器啊，都不是水机，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讲起水机这两个字。如果你错过了讲起这两个字的话呢，我跟你讲，你会错过一个顾客，一个顾客无重要，最重要是你会错过很大的团队，那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千万不要讲水机啊，不要有这种习惯啊。第二的话呢，我们有最强的见证，如果要么看见证，建议大家加入我们的 link 啊，我们等一下叫 Angie 或者是 Brian 发到我们的 link 的话呢 ，Telegram 的 link， 你们自己去 Telegram 那边去找，不管是头发的啦、脸部的啦、眼睛的啦、皮肤的啦、三高的啦、肾脏的啦，或者是癌症的啦，或者其他的种种的，你们都可以去找。OK， 太多太多那边的见证太多了哈，你们慢慢找。好，我们天天都会 update 新的见证给你们。OK， 那第三我们有最强的示范，等一下我会翻上那个 link。跟那个 video 给你们看一下 ，OK， 因为我们现在 online 没有办法做给你们，除非你们在 OBB 线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做给大家听，给大家试一下了。那第四种呢，独一无二，目前整个市场只有我们公司有泰克兹健康水银，目前没有其他公司有这一款产品。但是有时候你会听到发给你的 PowerPoint 啊、Flyer 啦、啊、宣传页啦、啊，都会收到。泰赫兹最新的第二代、第三代、第五代、第十代有没有？有，但是呢，你叫他发什么？发盒子包装给你看一下，都没有泰赫兹，只有赫兹或者是量子或者是富氢或者是共振水而已啊，都没有一款是泰赫兹，只有我们这一款。OK， 所以第五号呢，最新科技啊，这个是最新的科技，叫泰赫兹波。啊，目前什么呢？美国、中国都讲了可以改变人类的十大技术，这个是最厉害特色技术。OK， 所以大家知道的话呢，二三十年前有一个技术叫 nanotechnology 纳米科技的时候呢，很流行、很火，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当时有没有掌握这个趋势。当你掌握这个趋势的时候呢，我跟你讲，你已经是发了，大家相信吗？但是今天泰赫兹来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领悟到。你要不要掌握，那这是看你自己本身的。OK， 那第六的话呢，我们刚刚进入马来西亚的市场，虽然我们在马来西亚已经是16个月，但是我跟大家讲，我们还没有开始。为什么？因为呢，去年跟今年都在是疫情的期间啊，我们还没有办法 launching， 我们还没有办法开一场的几千人的大会 event， 所以你说我们开始没有？我们还没有开始。OK， 大家知道。第七，最好的制度。那等一下的话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制度有多厉害，有多赚钱。OK， 好，那我们有最好的团队。所以像我们的最好的团队，什么团队？包括我们的微信、我们的 Zoom、我们的 Facebook、我们的 Telegram， 你会看到我们
基本上天天都有课，所以只要你加入了我们的团队，很简单，你不懂做，你不懂讲，没有关系，你只要会什么，会邀约朋友，你只要会带上朋友来参加我们的会议。现在疫情没有办法，没有关系，你只要动动你的手指啊，动动你的手指 ，send 什么 ？send link password ID 给你的全世界的朋友来上我们的 Zoom。只要他上了我们的 Zoom 过后，他看了有兴趣，他加入了，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有提成赚了？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的话呢，不对做的人没有关系，跟着我们的步伐就可以了。OK， 那这个等一下我再解说。OK， 所以的话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不是来卖产品。我们不是叫你来购买，不是叫你来买东西的、哦、我们是叫你什么来投资，投资什么？不是投资所谓的资金盘啊 money game， 不是。 OK， 投资你全家人的健康。大家想想一下，全家人的健康重不重要？很重要，尤其现在疫情的期间，全家人的免疫力更重要。但是呢，全家人免疫力更重要，重要，但是如果叫你每一个月花100块500块1000块一次重复的消费，请问你受得了吗？我相信很多人都受不了。但是水很方便，只要你投资一次性而已，这一台仪器你家里的水就可以用很长期很长期了。 OK， 所以投资你全家的健康。第四，投资在一份的事业，这个呢是一个深业的，如果你真的好好领悟到这个是一个很棒很棒很强很火的生意的时候呢，我跟你讲，你真的是会睡不着觉。 OK， 接下来最重要什么？最重要这个投资这个生意是完全没有风险的。为什么我说没有风险？当如果你投资了过后，有了一台仪器带回家，万一你一个人都介绍不到，你没有提成的情况之下，但是呢，你的全家呢用了这台仪器，喝了健健康康，不看医生，不吃药，请问你是赚了还是亏的？是不是赚了？对不对？万一一不小心，哎呀，分享沟通的时候呢，送水的时候呢，送到一个像我主要这样子的，在你的左脚，你的左边，另外一边右脚，就像类似像 Jordan 老师在你的右脚，请问好不好？坦白跟你讲，你翘脚都赚钱了，我跟你讲，真的翘脚都赚钱。OK， 所以这个投资是完全没有风险的。任何的生意大家知道，不管像我们马来西亚新加坡，大家知道都是小贩中心比较多，对不对啊？小贩都比较多，开一个小贩的档口要多少钱？最少要8000到10000的马币。有没有风险？有风险，一定有风险。如果你投资更多，10万、20万、50万、100万的马币的开做生意，投资大生意，有没有风险？风险更大。但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台仪器多少钱，马币4500、1600新币而已，你就可以做这个生意了。 OK， 所以市场到底有多大，我们来看一下。不分年龄， baby 到老人家都要喝水，不分男女都要喝水，不分种族肤色都要喝水，不分国界也要喝水。最重要的话，跟各行各业都没有冲突。很多人问我，我有 RO 水啦，能量水啦，电解水啦，什么什么 Kangen water 啦，什么水，父亲水，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你把你的水再加上我们这台仪器照了3分钟过后，你的水会更强更好，要不要？没有冲突。所以我们今天呢，可以跟什么？可以跟市场上所有的牌子所有的公司都可以配合。为什么？因为都没有冲突。所以不管你是做保健品的，你是做水机的，你是做传统生意的，或者是你玩 money game 投资的资金盘的，都没有冲突。不管还是今天你是什么做打工上班族的，有没有冲突？也没有冲突。因为今天很多上班族都很头痛，不知道他的公司能撑多久。那想想一下，所以的话呢，今天我们可以造就一份很好的事业给这些上班族。 OK， 好，那最重要是什么？我这一年多里面的话呢，怎么样做起来这个市场了？就是凭着刚才所说的送水、送爱心、送健康和送财富，再加上我有5灵秘技。那5灵秘技只有3招，那这3招就是大量喝水。怎么说大量喝水？当你大量喝水改善，就改变你的喝水的习惯，就是说你本来喝饮料喝很多的，对不对？喝汽水、喝咖啡、喝奶茶喝很多的，把它减少，改为喝白开水。
白开水。当你喝胎儿之水喝多的时候呢，你改善你自己本身的这些症状啊，皮肤啦、啊、头发啦、啊、眼睛的时候呢，你就会对我们的产品、对我们的公司更有信心，大家认可吗？啊，这是第一。那第二的话呢，什么？大量的喷水，喷你的脸啦、啊、喷你的眼睛啦、啊、头发啦、啊、你的手啦、啊、皮肤啦、啊、或者是脚，对不对？为什么要喷？当你喷的时候呢，喷越多的时候呢，你越来越年轻的时候呢，很多身边的朋友就会问你，你到底是在用什么东西呢？在吃什么东西呢？那就是我们有嘛，有话题跟他分享下去的。OK， 第三最重要是大量的送水，见到人就送，不要去跟他算命，一定记得不要跟他算命，不要去跟他说他没有钱的啦，他没有能力的啦，他不会买，不要这样子，只要他要喝，我们就送给他喝。OK， 送了过后，我们再来慢慢去沟通跟他。万一他喝得很好的话呢，他介绍他的朋友来购买，或者介绍他的朋友是 leader 能够做市场的人给你，要不要？很好吗？很好。所以当你送越多的时候呢，你身边的这些手头上的见证越来越多，你的顾客越来越多，你的生意就越来越多，你的收入就越来越多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呢，一定要记住，大家大量喝水，大量喷水，跟大量的送水。 OK， 那这个呢是今天8月23号我们到马六甲安迪安哥这里家，那这里安迪的话他拿了他的那个油烟机来给我们做一个 demo， 就是油烟机里面当然是油很多了，我们来看油很多，所以一个礼拜还没有洗啦，安迪，好，一个礼拜还没有洗，那我们就开始做 demo， 现在先喷，他有支水在这里，还有他的架在这里，我们看到那这个瓶，那就要小心再抹这个油烟机的铁板。安迪，安迪来抹一下，你来抹一下，yeah, 你来帮我们验证检查一下。对，哦，有没有？啊，有油哦，有油哦，滚滚的，滚的，滑滑是不是？是嘛，嗯，我那身上本就滑滑的，啊。所以这里神奇啊，这啊，所以的话呢，这一个 video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就是 OK， 给你知道，如果你有这款仪器或者是有水的时候呢，你回家你去试一下你的家里的厨房、你的碗、你的盘啊，这些油锅啦，这些都可以去试一下 OK， 啊，都洗得干干净净哈，干干净净，这是我们其中一个 demo 哦。OK， 那另外一个 demo 的话呢，因为没有办法给大家啊看得到，所以的话呢，我只能发令给大家知道啊。OK，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demo 呢，很简单，你可以用柠檬汁、红酒、白酒、洋酒、黑皮、黑狗都可以做。OK， 只要什么正而已，就拿两个碗，两个碗的话呢，一个普通水，一个呢就是太和汁水。OK， 然后呢，你就用两个玻璃杯或者是陶瓷的杯。OK， 两个玻璃杯和陶瓷的杯的时候呢，里面放什么？放柠檬汁两杯，红酒两杯，白酒、洋酒都可以。然后呢，你就这样子镇就可以了，这样子镇住就可以了。所以的话呢，水跟柠檬汁它是隔着一个玻璃杯。OK， 玻璃杯是很厚的，对不对？所以呢，你只要镇而已哈，15秒过后，你就会看到啊，你去试一下红酒也好。柠檬也好，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啊！这个link已经 send 给大家了啊，所以现在呢，我就先交给我们的 Angie 先 ，OK 啊。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个环节的话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市场制度，好不好？谢谢，谢谢大家 ，Angie。好的，谢谢梁总的分享，非常好。那线上的朋友有谁要分享吗？你的见证，我看到群里面有一些问题哈。有一个李碧群问啊，请问一家五口喝水，水可以喝多久啊？其实这水可以用五万次，一次3分钟，所以你除到来，如果平均你一天用10次的话，一总共可以用10多年哦，14年哦。啊，那你可以用在哪里呢？什么饮料都可以造哦，你可以造酒啊、啤酒啊、白开水啊。什么都可以造，那你如果有吃保健品的话，粉状的哈，你融在这个太和汁水啊，它的口感
非常不一样，很好喝。哦，我有做过一些试验，哦，所以我才可以大胆的跟你说，哦，啊，那 5.5 公斤的那个水桶可以照三分钟一次够吗？是的，够的，够的，哦，因为他已经把他的，那个水分子已经打成单裂线了，哦，直裂线了，单分子了，所以已经够了。那个喝了有什么反应，哦，发热器怎么会呢？喝水怎么会发热器呢？啊，反应呢，就是因为可能就是你的细胞一直来喝的是大团的水，是根本进不去细胞里吗？所以当你换成这个小分子单分子的水的时候，你的细胞突然间感觉到好喝很多水。那今天早上 Dr. Prabhu 有说到，如果我们细胞太过多水的话，它会突然间怎么样？可能稍微会，头晕一下，这个只是短暂的两三天，所以你的细胞适应了过后呢，它就会开始好了。或者是你之前有一些旧患啊，旧的伤口啊，以前呢，你们都是用那个药物来遮盖，对吗？所以当你喝这水的时候，它会把那些化学的全部掀开，洗掉哈，洗掉那些毒素。所以你掀开的时候，你的伤口就会好像怎么就揭发出来，所以你会感觉哇，突然间怎么痛回去之前啊，或者是你的血压突然间飙高一下，那只是一个暂时性的。那它过后呢，啊，它掀开了过后，它就会修复你的细胞，那你的其他种种就会下来了哈。所以也不用担心，要对这水有信心啊。那之前甘博士也有教育大家，你在喝水的时候要感恩之心，因为水，哦，它是有灵性有记忆的，所以我们讲好话，哦，它的那个水晶，那个，这个是一个日本一个Doctor 他的研究出来的，所以它的结晶会不一样，哦，所以你不要说哎，每天就一直看着你的那个肿瘤为什么还不会消啊，带着平常心，因为很多时候啊，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吸引力法则，你想好的会吸引那个能量，哦，也是会给你一个好的效果，哦，啊，你的心情要很那个开朗的啊，因为明天10点我就会跟大家提到六大要点，哦，包括这个情绪还有睡眠，饮食营养，所以各方面的这个都要有全方位的平衡点啊，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啊。OK， 然后还有说到什么附送的过滤器效率够吗？哦，这个就要看你的水的地区，你地区的水哈，哦，好像马来西亚的，可能你就要屋外又再多一个过滤，来过掉那些比较粗的哈。哦，因为公司送的那个过滤器呢，是会过滤到很幼的 0.1 左右，哦，所以在新加坡呢，我们都是那种高楼，所以没有办法在屋外再多一层，但是幸亏新加坡的水相比跟马来西亚的水还比较干净一些啊。虽然说干净，当我们装上来的时候一个星期就看到黄了，那我也是有一些照片哦，我的这边我的团队的在竹龙那一带工业区嘛，才两个多月整个都黑了哈，所以真的那些住在新加坡还没有装过滤器的一定要装哈，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哈。想想看，如果说每天一点一点，虽然你看不见，但是它是存在哈，那些重金属啊还是什么生锈啊什么泥沙都有一些杂物，如果每天都吸取一点一点，想想看一下，就是存在我们 的身体里面，哦，会导致什么今天早上 Dr. Prabhu 也是有提到说，这些其实那些重金属啊，如果铅啊还有那个 mercury， 其实会造成我们的脑神经 的损害啊，所以这个东西不可以轻视啊。当然黑了不可以用了，要洗了，它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太过黑了，所以要换掉锌。那换掉锌呢，
也是公司也是想得很周到，我们可以用我们户口里面的分数哈，50分买五粒星50分啊，所以是没问题哈。所以 Vincent 啊，这个 5.86L 啊，尽量其实最好的是用回公司给你的那个盆子啦，3.5L 是最理想的哈。啊，我们也不要去挑什么那个极限到多少啊，真的要去做试验啊。目前呢有做到 5.5L 还可以，还可以有效啊。那太多的话你就分开两次照哈，好不好？那怎么样能够把肮脏的太赫兹那个滤芯哦，你可以用那个厕所的那个 jet spray 哈，先去射给他啊。有人发过那个视频，真的可以把它清洗干净。如果再不行的话呢，就用那个哇布或者牙刷比较软的来刷一刷看看。再不行的话，就用那个沙子哈，在盒子里面有送一个沙子。那沙子呢，你刷的时候要用暗粒啊，暗粒，不要拼命刷，它会变形啊。啊，那如果暗粒你慢慢磨，它会去掉外面那一层啊。那久了，变形的话，你就换过一个哈，也不贵，很小哎，10秒后就黄了，洗不掉。啊，你这位朋友哦，你是住在哪里的哈修？你开麦讲一下你住在哪里。6L啊。Hello， 听到我声音吗？怎么没有反应啊？来，你们自己开麦。听到。讲好不好？啊，听到哈。好，因为我讲了很多，全部都静静的哈。啊，来线上的来分享你们喝了的人哈，因为今天看的好像只有一个是新人哈，槟城来的，其他都是旧人是吗？所以旧人应该都用过这个太赫兹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哇，没有人啊，冰嘟噜的水啊，冰嘟噜，就大哥在吗？他冰嘟噜的水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冰嘟噜那边的水我也不清楚，因为我在沙巴，他那边是沙劳越，说我们沙巴，我们沙巴的水的确不行，太脏了。哦。嗯，这你家也是装两个吗？我另外的水仪，另外的水机，那外面屋外面还有没有多一层？我家户外有一个，里面呢就有一个是过滤肮脏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活性炭。哦。然后才经过另外一个那个水机，好多层啊。好多层，非常讲究啊，真的。好的，那个6L的可以共枕吗？梁总还是周大哥，你们有试过吗？6L的？啊，我们5到5.8，我们有用吗？六就没有这样子的桶嘛，都是5.8而已了，对吧？6L是可以啦，就是那个 Speedster 它也是有6L的，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超过6L啦，建议不要超过太多了。OK， 啊，这个修啊，可能你家外面要再装多一层啊，不然的话太大力的，它就很快肮脏。可以先刷黄还可以啦，不要像我这样黑掉了哈。然后你可能用沙子，它会磨掉外面一层一点哦。我看你用那个旧牙刷来刷它就可以了嘛。啊，对。啊，就很清洁了。嗯。OK， 那 Eddie 就问，怎么样去证明这仪器还在操作？哈，很简单，你就拿两杯柠檬哈，挤出来的柠檬汁两杯，然后一杯拿来照3分钟，
那你来喝，你就会感觉到不一样。如果还试不出来，你可以用那个红酒也可以，或者是茶，茶是没有加糖的，它完全没有加糖的哈、哦，啊，它的那个涩涩的感觉就会被除掉，啊，照的三分钟是会被除掉的，这个。哎，有人说，啊 ，Angie，Angie， 哎，啊，可以用野水，用野水你可以感觉到一杯。两杯，一杯照，一杯不照，你一喝下去，马上就感觉得到了。野水怎么呢？有涩涩的感觉吗？野水？它除了涩涩的感觉没有掉，而且它会很好喝，很滑，因为野水它的浓稠度比较高嘛，对不对？嗯哼。OK。哎，你拿过它？你最好是拿老一点的，老一点的野水，老一点的野水最好。OK OK， 我有试过那个啤酒啊，啤酒也不错。照过的确实比较好喝，哦，那个很多啦，其实都果汁都试得出来的，都可以的哦。汽水，你可以试一下哈、哦，这个帕塔尼丹啊，宝珠啊，可以试一下，都可以照。Incoming electric。Have any defect？ 什么东西？照黑啤酒很明显啊，还有黑咖啡啊，对，黑咖啡也是很明显。那个什么，你这个什么水啊 ？How about incoming electric supply？ 50-60 Hz ？Any defect？ 不明白嘞。刚才我喝了。这个朋友可以开麦讲吗？这个朋友啊，我不明白你写英文是什么意思。这个，啊、还有啊，你们写在那个 chat group 的时候哈、啊，最好写给每个人 everybody 啊，不要单单写给我、啊。等一下我漏掉啊，别人看不到。可以用透明门用有耳朵拿的壶可以装水罩吗？啊，这位李碧群啊。你可以开麦讲吗？你不明白？安琪主持人你好啊，我是想问那个、啊，你好，我是想问那个鹅铃啊，鹅铃壶可以照水吗？那个五厘多的，可以啊，五厘多可以啊。哦，好，谢谢。你刚才写的什么用透明、啊、一般人用的有耳朵、啊、就是鹅铃的那个鹅铃壶啊，有鹅铃的装鹅铃的，是 plastic 的吗？最重要不要铁的 啊那个像 plastic 的啊可以对啦，他讲是gallon壶就是那些水桶啦，对啦，大概5-6公升的水桶来的，嗯，可以，都可以可以哦。好，谢谢。好的。OK， 椰林我又不可以。桶好像是纸桶啊，奇怪。请那个瓶子的口大小有会影响到效果吗？不会啦，不会，因为它那个洞哦，你要对准啊。那个水仪不是下面有洞哦，那个洞你要对准那个口，要打开盖子哦，它才会直接照进去水，它的能量才不会被阻挡。因为1.5厘特的水瓶的洞口会比较小一点呢。啊，只要它的洞哈、哦，其实都可以的，它的洞的对准那个洞口啊，它就是刚刚好。所以不用担心。Miss Angie， 我想请问一下 ，scan 啊 lemon juice 啊，还是什么，有没有 minimum amount 啊？就是有没有最少要多少啊那个液体啊？好像一杯，哦、没有一杯这样子就把、啊、一杯 啊柠檬汁啊，或者是咖啡啊啊，放在差不多200 ml 这样子都可以吗？都可以。啊、其实它可以耐到3.5厘特啦，所以少少也是一样可以。哦，就是从一
没有 minimum amount 啦，就是都可以到 3.5 啦、okay. 啊，都可以都可以。 OK 好，谢谢。我试过我挤一点点的柠檬汁我来照也是一样很明显的、哦、其实今天我有一个见证呢、啊、就是给那热油啊滚滚的油 啊喷在我的手 啊要过年嘛，就是去炸那个虾饼啊，哇，就喷在我的手啊、手臂什么的啊，幸亏我就喷喷喷一直喷了，只是现在啊不会痛了，起初很痛又红红，我怕会有啊生那个水瓢这样子啊 blister 啊，幸亏不会哦，现在还是有红啊，不过不痛了，只我就担心说不喷水啊会不会等下啊生泡泡这样子，不会咯。就是现在也止痛了，然后只是一点点的红而已，那滚滚的油哦、嗯、哎呦OK、啊、谢谢。有些人是讲擦牙膏、哦、你去擦吗？没有，就是喷水而已，是水、啊、就是一直喷一直喷、啊、因为我有听到、哦、那天有听到见证、啊、最方便就是因为那个水啊，那个 bottle 啊 sprayer 啊就在我的手我附近嘛，就是快点来喷哦。嗯，好的好的，谢谢你的见证、啊、谢谢。那继续喷哦，看它才不会留疤。好，谢谢。好，那这个博主他讲用 stainless steel 煮过的水可以照吗？啊，可以，你要照的时候你要搬去那个 plastic 盆啊，不要直接在铁的钢锅照。那如果说你照了过后你放进 stainless steel 去煮还有效的啊，有效的，这样子会比较好。先照了过后才去煮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煮了过后它很烧嘛，会冒烟，所以这个烟呢，它会进到那个洞口的话，怕它会影响到那个里面的芯片哦。啊，里面有 IC chip 在里面的啊，电子的东西哈、哦。所以除非你煮好了凉了，没有什么烟啊，你就照。那照好了就把你的水一拿开向下放，然后不要放在盖在那个水盆上面、哦、因为是有水汽的。那怀孕的人可以喝吗？其实我们一定要强调、哦、这个水、哦、它不是来治疗，它也不会说会它就好像一个单分子的水啊，单分子有效的把我们那些、毒素排出来，然后细胞可以修复。所以 很多孕妇啊、在怀孕期间呢、可能会有一些，好像我本身啊、哦、我怀孕的时候哇，有一条神经线压到啊，因为胎那个肚子太大压到哦。所以这种东西哦，这个就要看个人啊，看自己啊，你自己觉得你相信这水它其实是好的哈、哦、好的，因为 baby 你看 baby 哈、哦、都有帮助哦。 baby 为什么一直会有这些湿疹热肺呢？就是因为它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呢都是有所谓的胎毒嘛哈、哦、那出来的话为什么有黄疸啊，多数的 baby 都会有这些黄疸 jaundice 啊。那我们也是有一些见证，就是说用这水煮热了泡牛奶，泡奶给 baby 喝，然后给 baby 冲凉、啊、冲凉重点，它其实可以把那些毒素胎毒都洗出来，或者是把它降温、啊、baby 通常热肺很多、哦、就降温，那皮肤会很好。那想想回去你看如果怀孕的话，它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水把这些毒素排出来的话，你出来的 baby 会比较，我觉得会更加健康，更加美丽啊、哦，因为我们平时有一些人反馈讲说他冲完凉就喷全身，哇，他的皮肤就很滑，不用再擦 lotion 了哈，啊，所以这个原理这个道理你要明白啊，所以一切都是要对这个水有信心来才去喝，如果你怕你就不要喝啊，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比如说一些情绪啊，你生气的时候啊，它会产生一些毒素在我们身体，所以我们一直会讲究说你要有 positive mindset 啊，你要正能量啊，
每次对自己对话也要是讲一些好的话，对吧？怀孕的时候也是要一直跟 baby 讲一些好的话哦，听得到的哈 baby 啊。这个试验我自己有做过哈，这个胎教这些啊，的确是有听到的啊。所以很多很多学问要学了哈。啊，那明天十点再来听我的课哈。那有什么啊？拿来浇花，洗碗哈。他们有一些放一些视频哦，洗碗都不需要用肥皂哈。啊，这个大家可以去试了哈。不用 filtered water，OK。其实你也是没有过滤的水，你也是可以造的，只是说如它造，它只是把那个分子调成单分子，那喝在肚子里面呢，这些重金属是没有办法被去掉，需要过滤来去掉这个做这个步骤。那你造了过后你拿去浇花，这个没有问题哦。啊，有些人拿去养鱼都比较好啊。开刀放金属铁在心脏手背的人，哇，这个就大哥来开刀放金属铁在心脏手脚和背后的人怎么喝？没问题，都可以喝啊，都可以，没有问题啊，不会影响。是的，是的，甚至哦，除非心脏有放起搏器啦，就是 battery 那一种啦，啊，那一种就不太鼓励了哈。啊，放铁什么铁都可以啊，都可以。可就大哥那天，金姐有分享在台湾哦，还有一个九十岁的阿嬷哦，也是心脏有放电池，他也是有喝。有喝这个太喝汁水啊，其实不是不可以喝，是可以喝，只是说有时因为这个水，我们这水也有那个电波嘛，对不对？那么怕它跟它的那个 battery 会起一个作用啊，所以呢可能它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是要喝的话可以都小量慢慢加，让它身体自己来适应就可以了啊。如果放起搏器是这样的，可以喝的，不过我们不鼓励大量啊，因为一下大量它的反应太厉害会吓到它，所以就小量慢慢喝起就可以了。对对对，其实我这边呢，我也是有一个顾客，他也是刚刚买啊，所以一开始我送水给他，他不知道，他就喝没什么，他就没什么，过后他买了过后看到那个册子那边一本书本里面写说不可以喝，他就吓到了。所以是一个心理哈，然后过后我问公司，金姐就有分享到说，其实就是说啊，有人也是照喝，然后要观察，先少量，然后一边喝一边观察啊，所以很多，甚至他那个老太太都可以去散步，很好哦。对，CW 啊，为什么 RO water？不适合，其实不是 RO water 不适合共振啊，是可以的，可以共振，只是 RO water reverse osmosis water 哦，它是没有任何营养的，它什么 mineral 都 filter 到完，所以是空的。所以刚才 Joe 大哥有提到说，我们的身体是需要一些矿物质的，所以你 filter 到完，你没有任何营养的话，变成你这个水机就比较疏一点了，你变成你还要另外再补充这些营养了啊，反而我们普通的啊反而更好，因为里面有一些 mineral 是我们身体需要的。好，可以啊 ，CW 哈。对，煮过太喝之水呢，长时间放在缸壶吗？啊，不要放太久啊，不要放太久。啊，原因刚才做大哥也是有分享到，就是有些所谓他讲是杠，也有不同的等值的哈，所以有可能比较劣等的杠，如果说有一些什么生锈了一点点，生锈耳洞，
长时间它会把这些细物全部洗出来，我们看不见，肉眼看不见，喝下去就不好了。所以如果要放在这个缸，要短时间赶快喝完，最好不要放了，放在玻璃的也比较好、哦、或者是 plastic。 OK， Emily 问啊 George 啊 George 大哥啊，他问说这水鱼在马来西亚有合格证吗？要什么合格证啊？要什么证啊？ KKM 啊，我们都不是水鸡啊，所以我们都没有碰到水啊，所以我们只是需要司令罢了啊。司令我们现在刚发了啊，司令现在是在申请中啊。哦，还在申请中，对对。对啊，因为我们属于是电器的东西啊，不是食疗啊，不是那个所谓的医疗器材啊、机械啊，不是，都不是哈、啊。所以我们不需要什么 KKM 啊，这些东西都不需要。是的，是的。所以、哦、有些人问我新加坡有没有拿到 HSA， 这个也不对，对呀、啊，因为这个是一个水仪，它是 electronic device， 它不是什么保健品，所以不对。所以我们这里做的呢，就是把、公司的过滤器经过的水再造了三分钟，然后拿去一个专门测验水的地方去测。测出来呢，它的 pH 是 8.1， 然后它的 chlorine、哦、那个氯也是减到很低，到 0.6。 这个氯的话就要看你当地的原生水是多少、哦、所以在新加坡它是经过了过后是 0.6， 蛮低了。然后再加上、看到的就是说那个 E. coli 啊，就是大肠杆菌，哇，已经减到完全测不出来。所以意思说这三分钟的照射很有效的把这些都杀光光、哦、好。好了，要十点了，我们就接下来第二环节了。对，哦，十点了。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或是有人没有其他人分享，那我们就梁总就会继续第二环节讲说啊，这个太赫之水能否是一个投资而不是一个消费、哦、它怎么样给你带来一个收入，然后让你达到你的财富自由、哦、啊，这是有可能、哦、因为这个 George 大哥、哦、梁总他本身在用一年的时间啊他经常发他的收入给我看哦，从七月份1000多一天啊，过了几个月变成3000多一天，是美金分哦，美金分。所以想想看，只要奋斗前面的耕耘，那后面就是享福了，这是我们所要的时间自由啊。那巴菲特也是有说到，当你还找不到一个收入可以在你睡觉的时候都给你源源不断带来收入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工作到死为止哦。啊，这句话真的是很大的打击，尤其是现在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情况下，很多公司都倒闭，收入都受到影响。那这个太赫兹水这个 REJ 平台真的是来的正是时候哦，也是帮到很多人解决不只是健康的问题，还解决了他的收入、他的生活的问题。好，那有请啊梁总来跟我们分析这个市场计划如何给我们带来这个好的收入。好，接下来的话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奖金计划、市场计划啊，对不对？所以我也是每一次我都跟很多朋友分享啊，我说呢，如果我做的话呢，没有遇到这一个产品的话呢，我只能跟大家讲，我说我的生活不懂怎么过的，真的不懂怎么过哈。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哈，我们从去年到今年都疫情，尤其马来西亚越来越严重，很多人的生意、很多人的收入、很多人的工作都受影响，对不对？啊，如果没有这款水的话呢，真的更影响。
所以的话呢，我接触了这台仪器的试验的过后的话呢，我的全家人的健康，还有包括我的收入的话呢，真的是不受影响，反而呢还在增加啊，还在增加。OK， 所以的话呢，今天就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很棒，所以产品棒的话呢，也要怎么，也要制度很好。如果产品好，制度不好的话呢，那我们就不会在这里了，对不对？但是呢，有很多的是制度很好，但是产品一般般而已，那你也是做到很辛苦，对不对？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一台仪器呢，它是天时地利人和。为什么这么说？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地利已经全部准备好了，现在 OK， 剩下什么？剩下人和。人和呢，就是要大家一起把这条路、这个生意、这个蛋糕一起来分而已。OK， 所以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奖金制度，我们的计划。OK， 我们总共呢有三个 package 哦。第一个 package 呢就是报单一台的，那一台的话呢，在 system 里面呢，你必须跟公司购买1000的分数啊，1000分。那一分呢，马币呢，在马来西亚我们乘以 4.5， 就是4500马币；新加坡我们乘以 1.6， 就是1600的新币；台湾呢乘以37，那就37000的台币。那人民币的话呢是乘以 7.9， 那是7900人民币了。OK， 好，那第二个 package 呢，第二个配套的话呢，就是买两台的，但是呢，两台是两台的货，但是呢 ，account 的名字是一个而已哦，记住哦 ，OK， 但是奖金呢就不一样哦。那第三的话是买六台的，叫 Stockist Mobile Stockist 报单中心，那是六台的货，但是呢，名字跟 account 也是一个而已哈、哦、，OK， 那奖金呢也是不一样，等一下会跟大家分析一下 ，OK， 那第一个我们的奖金制度呢，我们的奖金呢是有第一个啊 ，direct sponsor 直推奖。那每一台的话呢，我们都是以800来算奖金啊，一台800，两台1600，六台呢是4800来算，以此类推。OK， 那么第一个奖金叫直推，那就是3%而已啊，只有3%。OK， 如果今天你介绍一个人的话呢，他只买一台，那就赚多少呢？就用800乘以3%，那就是24分。24分的话呢，你如果是马来西亚，你就乘以 4.5， 你是新加坡，你就乘以 1.6， 台湾的话呢，你就乘以37，就是你的奖金的。OK， 好，那第二的话呢，你如果再介绍一个朋友，他想要买两台，他想要赚更多的，那是打多少？1600乘以3，那就是48美金分的意思，类似像美金哈。OK， 那第三的话呢，如果你介绍一个人的话，另外一个人的话，第三个人的话，他想要买报单中心买六台的，那你赚多少呢？以此类推，48乘以3%。144美金的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奖金，这是第二个奖金了哈。那第二个奖金我们叫承碰，英文叫 Level Pay， 左边有一个，右边有一个，只要你左边有一个，右边有一个的时候，那就有一个碰，这个承碰，那是拿多少%呢？拿50%，50%，那是怎么算呢？一样用800乘以50%，那就是400分，400分乘以马币4.5，新币1.6。37台币啊，你们可以自己算一下。那第二的话呢，你只需要在这个平台只要找到两个人而已，两个人而已。那这个 A 跟 B， 我们讲说这个是 A 和 B 嘛，对不对？那 A 呢介绍一个 A1 出来 ，B 呢他也介绍一个 B1 出来的时候呢，那我讲你本身你赚多少？你在这个第二层的话呢比较特别一点，公司奖励你 100% 的承碰 ，100% 哦，每一个人有一次的机会的 100%， 那就是800乘以 100%。那就是800美金分啊，800美金再乘以 4.5 1.6 的新币啊，你们可以计算一下，那是不是你已经完成了第二个层的话呢，你已经是回本赚钱的，已经回本赚钱的。所以这个投资值不值得？很值的，也很容易回本开始赚钱的。 OK， 所以第三个 level 开始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是 A1 介绍一个 A 都出来，B1 呢就介绍一个 B 都出来的时候呢，但是不是你介绍的，是他们介绍的，那你拿多少？你同样拿 50% 400美金分，你们再乘以 4.5 或者是 1.6 都可以。 OK， 好，那以此类推，从第三个 level 开始到无限个 level， 无限个 level unlimited level 都是拿 50%， 都是拿 50%， 但是呢它是每一个层每一个 level只能碰第一个碰而已，剩下的碰它不属于是 50% 的、哦、大家一定要记住、哦、所以它是拿 infinity 无限层都在拿。 OK， 那剩下的碰它属于是第三个奖金，叫对碰奖金，叫 pairing。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如果你这是你，
你介绍两个人，那这个跟这个碰，那就是拿400美金分嘛，对不对？这个呢跟这个碰的话呢，那就是拿800美金分的，对不对？好，这个呢跟这个碰的话呢，那就没有了，因为第二层它给你 100% 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层，第三层的话呢，我们分有红色跟蓝色啊，左边红色蓝色，右边的红色跟蓝色，红色跟红色碰，那就是拿400美金分。那蓝色的三个跟蓝色三个碰有没有？有，但是就是第三个奖金，那第三个奖金叫对碰，那对碰它就有分别了啊。如果你是买一台的，你的对碰呢是 12%， 买两台的是 13%， 买六台的报单中心呢那是 15% 啊。OK， 所以这个叫差别的。所以的话呢 ,12% 怎么算呢 ?800 乘以 12%， 那就是96美金分。OK， 那如果你一个碰你就是 96， 那三个碰那是多少？3乘以96美金分啊。OK， 那如果你是报单中心呢，那就不一样，工作是一样哦，碰也是一样哦。OK 啊，但是你的碰是120啦，为什么？因为呢 ,800 乘以 15% 是120，再乘以3的话呢，那是360的。360跟288有一样吗？完全不一样哦，这个叫分别。OK， 那另外一个分别呢在哪里呢？就在日封顶 ,maximum, daily maximum, 啊，每一天1500美金。两台的3000美金。六台的4000美金。OK， 那我们来看算一下哈，我们先不看3000跟4000啊，我们先看这一个1500的啊，马币是多少？乘以 4.5 马币1600750，30天一个月200000的马币，再乘以一年2400000的马币。大家想想一下，这一款产品是否能不能做十年呢？如果做十年，是不是你可能赚2400万呢？20年呢，有没有可能赚4800万呢？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平台赚百万、赚千万，是有可能的事情。OK， 那如果对新加坡的来讲的话呢，乘以 1.6， 那2400乘以30天，72000的新币，再乘以一年86万的新币，乘以10年860万的新币。OK， 那如果是台湾来讲的话呢，那就是。一年呢那是多少？2000万台币，2000万台币哦。OK， 所以这个数目啊不是用讲的啊，很多都是说用讲的，但是没有人达到的。但是呢这一个呢是已经是有人达到，已经是有人拿到的，每一个月2000000的马币，每一天1500美金的封顶是有人拿到的。OK， 所以我跟很多人讲，这个平台不一样在这里。可以创造有很多很多的奇迹出来啊！所以我们大家想想一下，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析一下10个 point 啊，10个重点啊，这个10个优势，你觉得我讲的没有道理、没有逻辑，没有关系，你摇头就可以了。等一下，如果你听完我这个10个分析完过后，你觉得有道理的，我们就在 chat room 里面，你打一个 yes 可以吗？我们配合一下，打一个 yes， 证明说你未来你相信你自己本身，你相信这些公司。有可能你会拿到每一天1500美金。好，第一个，我们的水随时送得起，大家认可吧？水送得起，但是任何的产品，不管你产品多牛多厉害 ，OK， 我们都送不起。为什么？因为要送要成本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做法很简单。我们每次我的做法的话呢，我都跟朋友讲，我们不要拿水出去送人家，因为很辛苦啊，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做这个动作的。建议大家拿特一台仪器出外面就可以了，让对方自己装水，对方自己买水，让我们给他 scan， 省时间、省精力、省麻烦、省钱，这个是很重要的。对方自己会珍惜，为什么？因为他买的水，他装的水，他会珍惜，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做水很简单，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做了16个月，我从来没有拿过我的家里的水送给别人喝啊，我都是叫他自己买水来，我帮你造就可以了啊。所以就做的最方便啊，因为呢这一个动作很方便的话呢，就造成很多年轻人老人家他就可以做这个动作了。那第二，价钱是最公道最合理的。刚才我们的邓大哥已经有提到，我们太和质技术是很高端的一个技术，很高科技的技术。所以你想想一下，这么高的科技来讲的话呢，只需要卖4500或者是1600的新币而已呢。你看外面有很多的产品，他说他是高科技，是否是高科技吗？那我不就大清楚。但是呢他的产品卖贵过我们一倍，变成大概是9000块的马币啊。所以的话呢，你想想一下，我们是不是价钱是最公道最合理的，因为我们是最高科技最新科技的
啊，这是很重要。那第三呢，我们是最新产品啊，这个高科技呢是目前独一无二，未来带盒子可以这么说，是只有我们公司有啊，其他公司都没有的。那第四的话呢，我们只需要三分钟就可以处理了，所以这个叫科技。就像我们的 handphone 现在用的是 4G， 对不对？但是中国已经开始用 5G 了，中国已经延伸到 6G 了。所以的话呢 ，5G 会更快 ，6G 会更快更快，大家相信吗？所以任何的产品的话呢，就是要快，对不对？效果也要快，速度也要快，做的时间也要快。所以有很多产品要跟我们讲，它的是最好的，全世界就，但是它做20分钟，20分钟跟3分钟，你觉得哪一个高科技呢？肯定是3分钟比较高科技嘛，大家认可吗？所以我们3分钟可以做3到5L的水都没问题。那第五的话呢，我们只需要 power bank。充电宝就可以操作了，轻易的操作的。那第六的话呢，我们这个水是可以喷眼镜啊。OK， 那第七的话呢，我们这个水可以煮啊，记得哈，大家一定要记住哦，这个是你们的问题。所以这个水是可以拿来煮开、煮菜、煮饭、煮汤、煮中药都没问题啊，包括泡咖啡、泡茶都没问题，所以是可以煮的，煮了不会还原，不会影响效果。OK， 所以我们讲说呢，水可以煮呢就很方便，说。因为我们可以泡奶给小孩子 baby 喝，给老人家，因为老人家很多人都要煮过的水才能喝，没有煮过的水他们不敢喝，所以有很多的产品他说他煮了没有效果，那没有效果的话呢，那就麻烦了，那你就不能给老人家跟小孩子喝，你只能你两公婆喝，那有意思吗？没有意思嘛，对不对？好，那第八的话呢，这个水可以收藏多久？1年半载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建议有了这台仪器的人的话呢，不建议收半年一年才慢慢喝完，一定要记住，我们人体是需要新鲜的水啊，不管是水、蔬菜、水果、肉类、海鲜类都是要新鲜的。OK， 所以我们每一天做水，每一天喝完，2天3天都无所谓，但是没有必要一个礼拜、一个月这样子慢慢喝完。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说我们的水可以存放很久？应该可以存放很久，我们就可以发挥爱心，叫水不湿的文化，这个是很重要的。OK，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一天去到对方那个穷人家的家啊，很多症状的人话呢，很多病的人话呢，我们去帮他，我们每一天都要去他的家送水给他，做水给他。请问有没有这个时间？基本上我们没有什么时间。但是我们做水给他的时候呢，用我们的太阳之水来讲话，做水给他用1个月2个月，可不可以？可以。我下个月才过去他的家，可不可以？也可以，也是帮到他，也是送爱心，这个是很重要的。OK， 所以第十的话呢，我们方便携带啊，像我本身的话呢，啊，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包。我的这个胸包的话呢，我只是带着胸包每天出门啊，我的 device 呢就放在我的胸包就可以出门了。像你们女孩子有一个包包就很方便，所以我们随时随地我们可以喝上好水，随时随地我们可以送水做爱心，随时随地我们到各个地区城市或者是各个国家，我们都可以做市场赚钱发展，对不对？尤其现在的行情是不能飞不了，想想一下，我们现在全世界有大概有几千个会员，如果能够飞出国旅游的时候呢，你想想一下，这台仪器能够爆发哪一个国家呢？更多国家。所以大家想想一下，你当你的团队越来越壮大的时候，左边跟右边越来越壮大的时候呢，每一天拿着这个台仪器出门外的时候呢，送水、送爱心、送健康和送财富的时候呢，你们觉得每天拿$1,500有没有可能呢？ OK， 所以的话呢，在线的家人们现在有190个人啊，你们在 chat room 写一下有可能的人的话呢，你们打一个 yes 好不好？我们配合一下，打一个 yes。 OK， 所以的话呢，真的是有可能会拿到一天$1,500的。 OK 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所以这些平台的话呢，会创造有很多人都会成为百万千万富翁。OK， 那第四个奖金的话呢，啊，就是领导奖 matching bonus。OK， 一台的话呢，拿6代的 4%， 2台的是拿8代的 4%。OK， 6台的是拿10代的 4%。OK， 你们别小看这一个 matching 啊，这个 matching 真的是很吓人啊。当你的人数，你 sponsor 的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你的代数就越来越多，你的人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时候呢，那个 4% 呢，真的是很吓人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呢，我记得我上个月我的这个 matching bonus 都拿$8,000，$8,000+啊，单单这个 matching 不了啊。OK， 所以呢，这个 matching 呢，它是 matching 你的什么？
你的对碰收入啊，不是 matching 你的成碰啊，是 matching 你的对碰 12% 或者 15% 的这个收入啊。所以你的下线的六代或者是十代的收入啊， OK， 这个是很重要的。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看一下第五的奖金叫见点奖。见点奖的话呢，可以拿 0.3% 啊，这个是很好玩的一个奖金。 OK， 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今天 sponsor 了一个人在左边，第二个人叫 B 在右边，但是你在有第三个人的时候 C 的时候，你要放哪里？你肯定要放在 A 的下面或者是 B 的下面，一定要这样子放，因为你不能开第三条线第四条线。所以你把 C 放在 A 的时候呢， A 跟 C 他们也不认识的，但是呢你把 C 放在 A 的下面的时候呢， A 完全没有动啊，没有介绍任何一个人，但是 A 有收入。有什么收入呢？有这个见点奖的收入，多少？ 0.3%。 虽然看起来 0.3% 是很少，但是他可以拿到一台是2.4块美金，拿多少？可以拿10个 level、啊、这个是很重要，10个 level。 那到底10个 level 有多少的人数呢？我来算一下，第一个 level 了两个人，加四个人，加八个人，加十六，加加加加加加，加到第十个 level， 总共这个加起来呢，有2046个人，每一个人赚2.4块美金，2004个人乘以2.4块美金多少？4800美金。你才投入多少？1000美金分而已，对不对？啊，我们减一半好不好？1000个人，1000个人的2.4块美金多少？2400美金。再减一半好不好？511个人再乘以2.4块美金，也有1000美金。有没有可能这一个人的话呢，他只是买了一台仪器 ，bugging 着完全不动的情况之下，可能半年呐、啊、一年呐、啊、两年呐、啊、三年呐、啊，他把他的钱拿回来，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所以我每次跟很多人分享，今天进场跟明天进场有一样吗？完全不一样。当你今天进场，明天这个人进场的话呢，他要 under 你。但是呢，今天他进场，明天你才进场，那你就要 under 这个人了，对不对？所以今天进场跟明天进场一样吗？完全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住哦。哦，所以这个很好玩的。OK， 那第六呢，就是报单费。所以只有你成为报单中心 stockist 的话呢，才有享受这个 3% 的报单费 register fee。OK， 3%， 公司多给你 3%， 那是多少？24美金。所以你当你一个月赚到100台，做到100台的业绩的时候呢，24呢就是2400美金的，200台呢4800美金的啊。所以的话呢，这个别小看这个收入哦，这个收入也是很可观的。OK， 啊，所以的话呢，当你的团队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啊，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跟他巩固，要拿 stockist， 一定要加入 stockist。为什么呢？当他有 stockist 的时候呢，他想要赚这个 3% 多赚的 3%。这个也多赚了 3%， 左边跟右边多赚 3%， 对不对？恭喜你。为什么呢？恭喜你，虽然你少赚 3%， 但是呢，你的伙伴他能够投资6000美金，左边也投资6000美金，右边也投资6000美金的话呢，你想想一下，当他投入的时候呢，他会不会全心全意来做呢？会付出呢？一定会。为什么？因为呢，这里投资他不会投资的，没有做事情可以有很多钱赚，没有，对不对？必须要去付出，要去送水，对不对？所以他能够拿6000美金代表什么？他有这个决心，他有能力去把这个6000美金拿回来，他就会全心全力全力以赴去做的时候呢，恭喜你，你每一天都有成碰对碰，成碰对碰，对不对？不要说成碰啦，单单对碰都不得了啦，对不对？所以的话呢，当你的团队越来越多的 stocking 的时候呢，就是你的收入就会越来越稳定，每一天都稳定的。OK， 真的是每一天都稳定的。OK， 所以的话，你可以看到你身边的这些朋友，你的上上上线线，有很多人现在都每一天都有很稳定的收入，不管是300美金啊、500美金啊、1000美金、2000美金、3000美金，都很稳定的。OK， 所以的话呢，一台、两台、六台的分别在哪里？一台的分别在哪里？12%，两台13%，六台的15%，这个叫分别。OK， 那还有另外一个分别，1500美金的封顶。3000美金的封顶跟4000美金的封顶，所以刚才讲的是一千是1500美金的封顶而已哦，那就是200千马币的。如果你是3000美金呢，400千马币的；如果你是4000美金呢，那就是540千的马币，一年呢是600万呢、啊，做10年是6000万呢、啊。大家想想一下，
OK， 那第三个分别呢，就是 matching 六代、八代跟十代，六代跟十代就很大的差别了。OK， 那第四的分别就是多了一个 3%。OK， 好，那有总共有四个分别哈，一台跟六台的分别。OK， 好，那第七呢就是我们的福利奖。OK， 所以的话呢，你只要达到小区的业绩，小编的业绩达到一万的 PV， 一万 PV 多少？你除以800，就是大概13台的业绩而已。你就升为到主管，公司奖励你3000大礼包，到了3万 PV 累计，公司奖励你什么一台的水泥，到了高级经理，公司奖励你国外的旅游，到了总监20万的 PV， 公司奖励你咖饭，咖饭多少？5万的人民币，大概我们3万的马币左右。OK， 好，到了你有两个，左边一个咖饭，右边有一个咖饭的时候呢，你就得到高级总监享受全球分红的 1% 啊，全球分红的 1% 的。到了另外一个级别，最高的级别叫董事，你有两个总监，高级总监的时候呢，你就升为到董事的时候呢，你就享受 1% 再加 1%， 那就是2% 了。OK， 所以的话呢，我们所有的奖金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 85% 可以提现， 15% 只能兑换我们的新的产品而已哈、哦。兑换我们的新的产品 ，OK 啊，所以的话呢，我们的提现呢可以提现都没问题，公司收取3%的手续费而已 ，OK。那今天呢，我的分享呢就到这边为止。那大家看看一下，有谁有想要知道奖金制度这个计划，有想要深入的，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可以提问哈。那也谢谢大家，我就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Angie， 谢谢。好的，好的，谢谢梁总啊。Josh 大哥，那线上的还有朋友，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一个会卡会员请可以 upgrade 啊，可以的，可以的 ，Billy 啊，可以 upgrade， 但是你 upgrade 的时候要一次过买六台哦。那 Emily 吃西药可以用热水吗？可以的，可以的哈。啊，主要吃西药，他们说不要用太高的 alkaline 啊，不要用太高的碱性。所以你的 filter， 如果你的 filter 不是很高的碱性水的话，其实可以调啊。如果你是碱性的哈，啊，微碱是 OK 的哈，微碱就是大概 8.1 还是 OK 的。Yes 啊。是的。那我们有水衣的人呢，我们就尽量喝新鲜的水哈，啊，通常就一两天就要喝才做哈。那还有，所以有要分享吗？有谁要分享吗？这样子的话会给我们更好的一个收益跟信心哈。那可能我就是分享我的吧，哦，听到哈。啊，那前几天最近的时候呢，我两个孩子嘛就打架啊，大的就打用他的学校的那个裤子嘛，有一个勾就打到那个小的儿子脸哦，一个印啊，哇，很痛，真的是很痛。那我就赶快喷啊，他晚上8点我就喷了干了再喷，在9点半的时候，大概1.5小时，哎，完全没有了。完全好像原装啊，看不到有什么印疤印啊什么的，哦，完全消失。那我这小儿子呢，他也是有那个虫咬，因为我们小孩子通常都会有一些昆虫咬，不像蚊子啦，因为蚊子一种昆虫不懂是什么，哇，吹肿到很大力的哦。那我就赶快跟他喷，隔天他就消了。以前哈，这种哈都是肿得很大力，要去看医生的。为什么？因为这些昆虫都是比较有毒性的哈。啊，那我们喝这个太和之水的时候，它就可以把它，洗那个清洗它的毒液。好，那你在外喷就消炎消肿了。好，有谁要 ？OK， 要分享啊？这个李碧群哈，这个水银有保证一年哈。Warranty 一年，所以如果是有坏的，可以啊换一个新的。但是你不要掉进水里哈，要好好的保护啊，不要掉进水里，也不要大力的摔在地上哈。
因为它是一个电子产品啊。嗯，那个哥讲，一次买六台的话，这个六台它原本是说拿来周转，比如说有时候你订这个货还没有到，你的顾客又急着要用，你就先把你这个六台先给他用啊，那他订了来的时候你再替换哦。哦，那有些人有些人他只是要用哎，他不要户口的，你也可以拿去卖哦。对，就是可以很随意的做啊。啊，那些没有讲话的可能要 mute 一下哦，谁 mute？ 哎，我不能。OK， 好的。有一次 bankruptcy 可以做吗？ bankruptcy 有银行户口吗？哦，什么人都可以啦，都可以，我是觉得都可以。那因为到最后，因为现在哈，要买的人多过我们赚的，所以你可以用你的分数哦，就套现哦，拿去报单，所以不需要经过银行，目前呢、啊，目前因为供不应求啊，哦，都可以这样子做。那以后如果说，你的钱赚了很多的时候，那个分数啊，你就要出银行咯，通过银行出。所以你们填写名字的时候，要写跟银行的那个户口的一样的 full name 啊，全名要跟户口一样，他才会通过银行出来，哦。Steve 啊，哦 ，Steve， 如果你的那个朋友哈、哦，他是 banker， 他可以用他家人的名字啊，没有问题的。小孩子也可以放这个名字，小孩子都可以啊。啊，是的。有谁有其他要分享的吗？哇，今天很静哦，全部都静静的。有吗？有人要问吗？所以刚才梁总教我们怎么去推广，首先。你要相信这个水医哈，你大量喝水，怎么说大量喝水呢？就是你家里你用的全部都拿来照三分钟啊，不管你煮菜煮饭，你浇花，你来喝的，你都照过三分钟，就全家人喝，啊，甚至你来冲凉都可以哈。怎么冲？就是你洗完澡，你再准备一壶水，就太赫之水，再淋身体了。哦、我经常就是这样做了、okay. 我的孩子 Angie 请问一下，如果有朋友在台湾或者是中国的话，我们在这边要怎样损失呢？他们需要买的话，可以他就是他可以还台币，他也是可以还台币，就是说你要跟你的领导线，那是 stockist， 他们会有联系台湾的 stockist 拿那个银行户口，那他可以还台币。那注册呢？还是可以在你这里注册？哦，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用我们马来西亚的会员偏好来损失他啦。啊，可以的。中国台湾都一样。都一样。那如果说他要还那个当地的币的话，你要联系你上面的领导。问看中国是用什么户口，公司的户口，或是台湾是用什么公司的户口给他转钱进去，转了钱啊，然后他还是要照填那些名字给你上去报单，哦，然后跟你的领导商量。那个货是台湾或者是中国那边直接出给他了？哦，这个公司会安排看哪一个靠近。好，通常中国订的他会直接从中国寄，会比较快嘛。好，谢谢。好的。